好，谢谢。我们现在开始开会哈。那么，依据我们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的规定，我们特别来举办今天这一场的公听会，从远洋渔业条例探讨台湾远洋渔业制度以及远洋渔业的永续发展。在这边要来听取各位专家学者的意见，我们会详实的来记录各位的高见，作为讨论相关法案的重要依据。那么，首先，我来介绍我们的与会人员。因为有很多还没到场的，如果有到场的签到的，请送到主席台来一下哈。首先，我来介绍我们台湾区尾鱼公会的理事长谢文龙，谢理事长，好，欢迎您，谢谢。还有我们台湾区尾鱼公会的总干事黄昭清，黄总干事，欢迎，谢谢。还有我们台湾环境资讯协会的研究员，我们吴佳琪吴研究员，好，欢迎您。还有财团法人绿色和平基金会海洋专业主任蔡佩云蔡小姐，好，欢迎。还有海龙王爱地球协会理事长林爱龙林理事长，还没到哈，好。那还有我们国立台湾海洋大学环境生物与渔业科学学系我们的教授李国天李教授，好，欢迎教授，欢迎您。还有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我们的研究员郑明修郑研究员，好，欢迎。还有我们国立成功大学海洋科技与事务研究所的副所长陈张林陈所长陈副所长，好，欢迎。还有我们国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学渔业生产与管理系的教授刘文宏刘教授，好，欢迎大家。那么我们的行政单位呢，我就不在这边好了，我来介绍一下好了。我们今天列席的行政单位，我们行政院农委会的我们副主委，沙志毅沙副主委，还有我们渔业署署长，我们蔡日耀蔡署长，还有我们外交部条约法律司的科长黄仁良黄科长，好，欢迎。还有我们经济部国贸局的组长黄敬轩黄组长，还有我们的科长钟生宏钟科长，好。我们的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我们专委，我们陈昌邦，陈专委，还有我们的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我们专委曾国廷，曾专委，还有我们的两位科员方世杰，还有我们的谢成威两位科员。好，那现在目前我们的行政单位以及我们的与会来宾在场的，我一一介绍过了。那如果待会还有我们的专家学者来到现场，也请我们行政人员哈把这个名单拿到主席台。那么，还有我们最重要，我们蔡培慧蔡委员来给他一个蔡委员一个掌声一下，谢谢。好，谢谢我们蔡委员。那么，今天我们公听会的程序，我来跟我们的与会的行政单位还有我们专家学者哈来跟大家报告一下。那么首先，我就先请我们学者专家来发言。那么在这发言的过程中，我也请我们行政单位务必多用心，也来了解一下我们专家学者他们的看法，还有他们的想法。那么到时候呢，我们再来请我们行政机关的代表回应。那么我们的委员本院我们立法院的委员同仁们，如果有需要发言的，我们就请到主席台来登记本席呢将安排适当的时间发言。那么今天我们每位这个发言的时间，我们原则上是八分钟。那发言剩下一分钟的时候呢，我们会按铃一声提醒时间到会按铃两声请我们各位发言的代表呢务必再遵守一个时间上的规定。那这边首先再一次的谢谢大家。那么现在开始呢，我想说哈我们用交叉发言的方式。好，那因为我也不知道到底谁先来了哈，我就根据议事人员所提供给我的一个发言的单位顺序，我来做邀请。首先，这个吧。好，首先我们邀请国立台湾海洋大学环境生物与渔业科学学系我们的李国天李教授先来进行发言。好，教授请。这大院的委员先生还有我们渔业署的长官还有各位学者专家各位记者先生那事实上远洋渔业呢是一个
非常特殊的产业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水产资源啊是再生资源啊，那个就好像呢，我们把这个钱存在银行里的母金一样啊，那我们这个渔业呢是把它提取，这个每年去提取它再生的啊，就是利息啊。啊，所以是世界上啊，硕果仅存的这个所列业啊，也就是渔业啊。那但是呢，现在国际水产资源的供给呢，啊是有限的啊，因为它是再生资源有限的。但是随着人口世界人口的增加啊，健康饮食风气的兴起啊，国际水产资源的要求量是越来越高了啊。那从这个1995年。啊，世界人均呢15公斤呢，事实上现在已经增加到2013年的每一年了，大概将近20公斤了，20公斤了。而且另外一个重大的趋势呢，就是啊，资源保育啊，啊，环境保育呢，成为国际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啊。因此呢，我们今天要谈远洋渔业能不能永续啊？我认为呢，它的策略呢，啊，应该是。我们要持续，而且要积极的参加啊，渔业世界的各区域的渔业管理组织啊。我们要利用科学的数据呢，管控世界的渔获能力呢，不要超过国际资源的再生能力啊。这是第一个策略，我们应该要做的、啊。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跟 NGO 团体呢保持良性的互动啊，来负责来推动这个保育行动啊。第三个，我们要配合国际的趋势呢，乐于外国的伙伴跟利害关系人呢合作打击 IUU 移捞及强迫移捞啊。那所谓这个啊，利害关系人当然不只是这些先进国家 EU 啦、日本、美国、加拿大、澳洲啊，不是啊，啊，包括我们这个啊，这个我们劳工的来源的这些。啊，第三世界开发中国家当然也要当成伙伴合作了。那要执行上述这个重要的东西，第一个就要提升我们台湾渔业的管理的质跟量啊。那我们要当然首先要前面的检视啊，检讨啊，台湾渔业的立法跟管理呢，是不是跟上我们的要求？比如说现在讲的这个 MCS 啊，像监控啊，这个管制啊，侦查措施的强化跟落实啊，还有电子回报系统，其实渔业署也在做了啊，像 VMS 啊 ，eLogbook 啊 ，Observer 的建制啊，建立渔获的追踪制度啊，或者港边的这个渔获的追报制度了啊，强化公海的执行能量了、啊，强化港口的检查措施了、啊，降低，还有呢。当然 AJ 呢也要检讨啊，要怎么用力能的渔船啊，及由劳力密集呢啊，怎么样来向这个产业呢能够往更技术密集方向的改进啊。另外我们的船员啊啊的培训，干部船员的培训啊，他的执行法源跟管理法源呢是否充实，是否完备啊，都必须要做。但是要做这个的时候呢，啊，其实我们面临了很大的，我觉得面临很大问题的啊。其实我给他查一下，我们远洋渔业的管理经费呢，啊，我把它看一看了、啊，大概2.999亿台币啊。那如果以2010年来讲，我们的产量69万公吨啊，那你把它除一下呢，生产一公吨的海洋渔产品呢，大概花434元的管理经费啊。而同年的美国呢，生产一吨呢。的渔获呢，大概是要这个271.9美元、啊、也就是差不多是啊8000多台币每公吨呐、啊，每公吨呐、啊。那日本呢，大概是啊这个啊4万多日币啊，那换算成当时的台币呢，大概是啊15000台币左右每公吨呐、啊，生产每公吨呐、啊。澳洲呢，大概在2009年了、啊，2010年我没有找到资料啊。但是2009年呢，大概啊生产一公吨呢，大概要将近7000台币啊，7000台币。所以
比较出我们434元的管理经费呢？啊，事实上我们弄了那么多的管理办法，但是我们有没有执行能力呀？啊，所以可见管理经费的不足是台湾呢被 EU 啊举红牌的重要原因啦。那如果说再从研究经费来看呢，啊，台湾的远洋渔业的产量呢，大概120公吨，现在年产大概120公吨啦，啊，产值大概1000亿台币左右啊。那国科会及我们渔业署农委会啊、渔政单位等等的科技预算呢，每年大概投入3.3亿台币左右啊。那也就是我们生产一公吨的渔获的投入呢，大概是280万左右的研究经费，研发经费占这个产值呢，大概0.33%而已啊，远低于我们国家科技发展啊 ，GDP 占 GDP 的比例呢，大概是3%左右，接近3%啊。所以渔业平常心讲，这么少的经费啊，到底怎么来推动啊，是有非常大的困难啊。所以我国的渔业科技研究经费呢，真的是十分寒酸啊。那以人力来讲啊，我们的渔民呢，如果包括养殖渔民把它计算在内，不止远洋渔业、啊、所有渔民是大概30万人左右嘛。但是呢，我们如果说用学术单位能专家学者专家，包括啊硕博士生研究助理啊，总共加起来不到700人啊，也就是每100个从业人员呢，大概只有0.24个研究人员而已啊，啊，这个跟其他产业大概也没有办法比较了。啊，没有办法比较。另外，我要强调一点就是，台湾陆地上的我们台湾呢，渔业就像陆地上的电子通信、光电啊、机械产业，同样面临这个劳工不足的问题，也是面临干部跟船员不足及整个薪水大幅提升的问题啊。所以我们不得不雇用渔工啊。但是我们雇用渔工的时候呢？其实它不只是我们国内的问题啊，它包括这些雇用第三世界国家，因为那地方的中介商呢，他告诉这些找不到工作要养家活口的人说上远洋渔船有多好多好，然后呢他就给他单向机票送到我们的境外，或者说送到台湾，然后呢交给台湾的中介商，然后交给台湾中介商以后呢，由于语言背景文化不同，经验不足，工作效益差，加上重税双重剥削啊，所以引发劳工不少的劳工问题啊。那其实我们的远洋业界其实付的相当应该是合理的经费，但是他不一定拿到这么多啊。所以我是建议啊，我再40秒啊。我们政府应与外国伙伴、利害关系人及 NGO 合作呢，发掘真相，合作在渔业跟劳工的议题合作上呢，合作范围应该从就业能力的建构、待遇、工作环境到资讯分享呢，都能够透明啊。以上是我的报告啊，请多多指教啊。好，谢谢。谢谢我们李国天李教授。接下来我们请台湾区尾鱼工会的我们谢文龙谢理事长。好，谢理事长，好，请。啊，塑召集人啊，在座的各位立委，还有各位专家学者以及各位长官。啊，今天很感谢塑召集人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啊，对这个大家。说明一下我们工会的立场，我今天是代表我们台湾区尾鱼工会来做一些意见的陈述。台湾区尾鱼工会可能是我们台湾是最老的、最远洋的渔业的始祖，现在是那个游渔业、尾网业都是从我们工会发展出去的。对于这个渔业的永续经营，我们现在一直在强调这个资源的永续利用，对我们的下一代负责，渔业要永续的经营，我想我们工会这10几年来已经做了很大的努力了。我大概因为时间有限，大概介绍一下，我们在民国94年的时候，就94年、95年、96年，我们工会一共减船减了183艘，
我们现在还负债大概将近20亿的台币，我们还在偿还。那已经偿还了十亿了，那我们业者自付大概20亿左右，自己付出为了就是183套，我们业者拿出了20亿以外，还向政府还向那个银行贷款了30亿，我们还到现在还有20亿还在清偿啊、哦、所以如果各位对我们这个围工会有什么存疑，说我们对这个有息利用有什么存疑的话，我想这个是一这个事实、啊、我们现在还在偿债啊，所以我们也很了解说这个资源一定要保护，好好的来利用。我们也知道这个鱼多价贱嘛，抓那么多的鱼，对这个收入并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嘛，像去年鱿鱼的话抓得很好，结果跌到了30-40块，今年抓不好，涨到了将近90块、100块。这个道理很简单的，我们也希望是抓少一点、哦、所以我们对这个永续利用我们是非常的支持啦、哦、然后我在这边再补充一下，就是说有一些长官跟那个专家学者对于我们这个远洋渔业以为我们的渔船都在国外，我们对我们的台湾一点都没有贡献。我觉得我在这边要重申一下，我们的远洋渔业从船上的每一滴每一点一滴一粒米的话都是从台湾运出去的，我们用的鱼饵是养活了这个鱿鱼业，台湾的鱿鱼业有一半的产量几乎是我们用来当鱼饵。苏澳像陈春生董事长没有来，他苏澳的这个青鱼跟这个细爬这些鱼都是大概有一半我们在买，所以我们几乎就养活了两个其他的行业。然后前阵渔港有10几万的那个从业人员，有修理工厂，有渔网工厂，有冷冻库，什么东西的话我们都是从台湾在利用。虽然我们可能是外销缴的税金比较少，但是我们所带动的效益其实对我们整个国家来讲，我们也养活了一堆的人啊，虽然我们又现在用很多的外籍船员，但是因为这是因为情势所迫，台湾找不到船员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也在那个也是在我们的业署也在奖励这个我们的这个年轻人、哦、去从事这个远洋渔业了。第二点，关于管理的问题、哦，大概10几年以来，国际现在这个各组织的管理，包括刚刚我们教授所提的，我们校长所提的这个什么电子回报啊，渔获回报，我们现在是电子回报。我常在说，我们现在是带着电子脚镣，走到哪里的话，每一天要报24个船位给台湾政府，所以我们几乎走到哪里，政府都在监控。我们如果走错了一步，政府的电话马上就到了。我们今天抓了多少鱼，每一尾都要申报。因为你不申报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卖，你一定要拿到产证，所以我们的管理已经是够严格了。所以有一些人对我们误解说我们没有管理，我希望如果你们认为对这个存疑，可以到渔业署，可以到那个对外渔协他的资料中心去看一看，我们现在是怎么在处理。几乎我们现在要转载以前要申报，而且申报的量要跟你跟渔业署长官报告的量都一定要混合，没有的话也就没办法了，就没办法卖了。那其他的话就是说，对这次渔业这个渔业三法的问题啊，我刚刚重申，我们是一定支持这个永续经营的这个理念。对这个 IUU 这个非法捕鱼，我们是坚持说这种的话应该给予严惩了。但是我发现现在的渔业法里面非常的模糊啊，对一些故意的行为跟非故意的行为把它扯在一起啊，像我也听说过无执照跟执照过期要受同样的处罚，这种的话就好像是很离谱啦。你没有驾驶执照，你的罚款跟你驾照过期，当然这个不能相提并论啦。如果这种东西也把它当作一起的话，那就很过分的。今天的话，我船上的话有一位进补的鱼种，抓了那一位好像黑鲨是进补的，我不小心抓了一尾。我不可能因为那一尾自负嘛，对不对？跟那个蓄意去抓的人，他蓄意去抓了20吨，他要去卖钱的，他也受同样的惩罚。我不小心抓他一尾，你也这样给我惩罚，对这种事情，我们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哦。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对这个故意跟非故意，你说我船上的船名涂污啦，但是因为在海上那个藻类的话，把船名都涂污掉了。然后你因为一个船名涂污掉了，你也要给我罚3000万。对不对？跟你故意去把它涂盖掉，这个是完全不同的那个事情。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要把它分清楚了。还有对这个罚款也不能说是
唯一死刑啦、啊。看起来的话，我们这个新的一业法一业三法是唯一死刑嘛，反正什么违规都是罚那么重嘛。好、哦，当然我们的刑法里面杀人，也有判死刑、无期徒刑，还是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我觉得这个处罚应该有那个轻重的差别了哈、哦。好像你蓄意说政府叫你返航，你已经违规了，叫你返航，你不回返航，我觉得你去判刑，你要罚3000万，我们绝是举双手赞成，对不对？你要如果小心的话，不小心说一业执照过期了3天5天，你也要把它当跟那个非法捕鱼的话。好，相提并论，我觉得这个是不教而杀之。我觉得这个人会疏忽的事情，你几乎也要把它当成非法来看待。我觉得一业法里面这种东西的话，应该是一定要把它解决掉，要不然的话，一定会引起很大的反弹了、啊、我们再坚持，我们是绝对支持打击 IUU， 你要怎么处理，我们都举双手赞成。但是对于这些会故意行为，我们希望这些还是要给警告就好了。好，今天谢谢啊，委员给我这个机会啊，来代表我们工会说一些意见，谢谢。好，谢谢我们理事长。啊，各位对，没很先发给你。好，我来。好，谢谢。那因为我们有到来的与会来宾，我在这边也先来补介绍一下我们苏澳区与会的我们陈春生陈理事长。陈理事长，好，欢迎您，欢迎。还有我们屏东县东港区渔会的我们总干事，我们林汉筹林总干事，好，欢迎。那么接下来我就请我们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我们的郑明修郑研究员来发言，好，请。好，各位渔会的谢谢专家，还有 NGO 团体，还有各位长官，大家好。哎呀，我今天呢很荣幸呢在立法院这个公听会呢来谈这个渔业资源的永续。那个人呢有三点建议哈、哦，第一点就是我想大家很明白的了解说，有建议台湾全球渔业资源已明显呈现的枯竭或不永续的状况啊，各国已经加强其经济海域的管理跟执法，联合国也针对公海保护措施呢逐年在加强了。那台湾远洋渔业必须认真的面对各种大型渔类资源在渔法上的管理。我在这里有建议，就是应该切实的遵守各海域渔区的总量管制，切实回报渔获质量啊。对违法的渔船或船公司呢，采取有效的管理措施。那我想在美国然后在其他国家呢，他们大概都是有一个法，但是呢，对第二次故意违法的话呢，通常是会给马上就是有扣船或撤照，所以我建议是应该采取比较严厉的说两次以上就两次就是应该更严厉了。那以维护国家民生呢，才能落实全球渔业资源的永续。那我这里举例来讲呢，现在在渔业署的这个管理有关，你像宝石红珊瑚呢，我个人也参与这些计划。那在渔业署有效管理呢，五年内呢，这6艘船呢，竟然没有重大的违规、哦、那这个现象呢，但是我们因为管得太严呢，反而是怎么造成大陆呢，到去年将近有550艘哦，宝石红珊瑚。那日本呢，采取了严格措施以后呢，日本呢把罚款呢从1000万日币呢罚到3000万日币，哦，加强还有跟大陆的协商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大陆已经从550艘呢降到不到100艘了，哦，而且持续在，所以说要跨国性的这种管理才是非常有效。第二点呢，我是远洋渔业的发展呢，随着大陆远洋渔业的兴起呢，我们跟它是有竞合的关系哈啊，且已经造成全球各渔区及弱势经济的岛国无法抗衡哈、啊。大陆的这种哈、啊，建议台湾在各国签订渔业合作协定的时候，能去负起社会责任哦，就全球的责任哈、啊，并且维护岛国人民赖以为生的渔源。朝向每年有总量管制来捞捕当地洄游性渔类的资源。我最近呢，4月份呢，在东沙潜水的时候呢，就在东沙看到大陆有11艘的这种沙卡后啊，有没有停在那里？停了5、6天。那我们去了解以后呢，要赶不走，他们说我们是避风，可是明明天气很好，还是躲在那里。最后是因为呢，他们这几条船呢，已经被马来西亚一船赶，被印尼赶，赶到最后呢，没办法停在那里，不想回去，也不知道怎样。就是现在呢，这种。像沙卡号这种大型的，而且它每艘都200多吨以上，所以这个
大陆的渔业崛起呢，对我们的台湾，我们应该要有一些啊，渔业署啦或政府应该有一些管理措施哈、啊，来想象，因为大陆这种每年数十艘啊、数百艘的这种崛起哦、啊，是很恐怖的哦、啊。啊，第三点呢，建立未来沿近海及远洋渔业的发展，仍应该采取小龙小鱼制度。好、啊，这是全球自然资源永续发展的策略。我们包括爱滋目标以后呢，还有全球的这种啊、有关。海洋的永续呢，已经提到的是如何让它变成社区化，啊、哦，规模小一点化哈、哦，因为落实这种的小龙、小鱼的制度呢，才能使、比较小的船，然后呢真正的渔民，因为现在呢，这种已经慢慢消失了，就是说 很多都是假渔民了、哦、不是真渔民，这样才能找回真正的在地人生存的、哦、所依靠的渔业资源，因为目前的渔业结构呢不断的大型化、哦，我想大家都从那个 YouTube 都可以看到哈，渔船像工厂一样一条龙生产，啊，直接呢在船上就可以生产，直接打包好就外销了，啊，整个，啊，所以也朝向了财团资本主义的话，有人追求最大利润，所以已经让很多小国小岛呢、小渔村呢的渔民无法跟他竞争，也无法维持生计，相对的渔业资源的加速枯竭，啊，那我在这里也提我本身一个经验，就是说。我今天能够读到研究所，其实我是本身澎湖人。我在大学，民国66年到68年，我在澎湖呢，俩修更俩沙尼。那时候呢，我出海的时候呢，我看到哇，整个台湾海峡呢，上千艘的小渔船，但那都没有20吨以下，因为我们的船才10吨以下。可是那时候可以维持到这么大的经济规模，上千艘的小船在那里，所以我可以打工，所以我会赚到我的学费。但是现在我的儿子没办法回澎湖去，因为。没有这个资源，啊，不修更好。现在连这个玩这种休闲渔业呢，在澎湖呢，各位知道，30几个人在那个，修更爱船哦，钓了整天呢，可能钓不到三尾，一个晚上钓不到七尾，啊，这个就表示资源的枯竭呢，已经影响很多在地社区好、哦、的生活。所以我在这里呢，是要希望说，我们在渔业发展的话，你一条大规模的船，虽然是简船。但是你的船是比以前更大，那这种的情况下呢，一条船可能抵过以前上百艘的小船，好，而且现在这个渔业科技是，啊，逐年精进，好，从卫星，从各方面，从鱼探机的精进呢，真的鱼已经无所遁形，我们都看得到它在哪里，所以任何大船呢，已经可以，啊，掌握了所有渔业资源，所以现在全球的海洋呢，已经没有说哪一个海域呢是纯天然的、纯原始的，没有了。整个我们，所以现在只有往下掉而已。所以在这种减船的过程中呢，要切实注意到，不是船的数目，而是在船的总吨数，或是大型化，啊，而且是最主要是最怕是它整个是像工厂化，而且是像华尔街这种，大家看到华尔街之狼这种概念有没有？他们是要，啊，猎取最大利润，好吗？寻求全球最大利润，而什么时候要把渔业资源呢变成全球化的资源？这对很多。啊，小国岛国呢是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我在此，所建议呢，就是说一个渔业的永续呢，是真的很复杂，但是呢，我们一定要看到未来。那我想我学生物多样性呢，其实我们目的是要什么？让我们的资源受到保护，让渔民可以抓到鱼，让很多小渔民呢，啊，真正的渔民能够有所生存在我们这个台湾这个岛屿。所以我在这里啊，诚恳的呼吁我们的渔业永续这个路呢。是还有很大的空间需要去努力。好，谢谢大家，感谢。好，谢谢。那么现在我来补充介绍我们本院的委员，我们介绍我们的黄昭顺黄委员，好，欢迎。还有我们的邱义银邱委员，还有我们高雄的我们龚瑞龙龚委员，哦，赖瑞龙，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一下子口误哈，不好意思，因为当初收这香龙记袂，是嘞是嘞，好，做番谢。好，那么。因为我们委员对这个我们这个渔业法的修订，他们也有他们的版本，包含他们也都非常的关心。那因为我们委员他们都本身都还有其他委员会要去咨询，所以现在我就先请我们黄昭顺黄委员来啊、来这边啊说明。好，谢谢。那个主席、各位委员哈，以及我们公听会所有的学者、专家跟渔业界的朋友，
大家早。谢谢我们今天的主席排今天的公听会。那因为我其实很早就来了，我特别早去跟主席拜托，因为我今天在楼顶在主持会议。那我想，因为这个渔业法的修正，其实那个副署长、副主委在坐在后面。那副主委也知道说，前一段时间我们曾经邀集的好多的朋友在高雄开过会。那基础上来讲，大概大家对我们渔业署所提的版本，大概有一定程度的意见。那其实这个意见很清楚，就是说我们的划则到底要不要那么高，这是一个大家最严重要面对的一个问题。那其实我们持续被国际组织弄了这样子的一个规范出来，我邵文金公公的外去楼顶，那我们拿出来的版本，我们质疑几件事。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拿出来的版本当时有没有跟我们渔业界做好沟通跟协调，甚至于公听会这样子的一个程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如果我们要在多久以内把这个法案修好，我们才不会被欧盟，例如说他现在给我们举黄牌，甚至于好像要举红牌等等。那我想这个时间可能也要让大家知道。啊，第三个就是说，我们有一个传闻说，我们的政府已经把我们现在农委会的版本送去给欧盟，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件事。那今天是5月18号，5月20号马上就到了。我想对于我们一个远洋渔业的永续经营，以及我们渔业界未来在整个国际之间的发展等等，我想全世界大家都在看。那更重要的就是说，其他的国家都在全力扶植远洋渔业的过程当中，我们国家所对我们远洋渔业所扮演的角色又是什么？我具体跟主席做建议，因为两个政府马上就要做交接的工作，前面的这个法案到底后面的政府要不要承认等等，我们是不是能够具体做建议？要不要请行政院的农委会在明天把他们的版本撤回去，邀集我们渔业界的朋友，在这段时间赶紧加紧脚步，再来共同研商一个大家彼此都可以接受的版本。这是本席的意见。以上，谢谢。好，谢谢黄委员的建议哈。那么，我想这个政院的版本要不要撤回，我想这个知识体大当然要再来研究。不过真的，我觉得我们政院版本提出任何一个版本，都需要跟我们的产业界、我们的业界要去做一个善意的沟通啊，跟了解，也了解到说我们的业者他们的一个目前的执行方向，还有他们的遭受的困难跟处境。当然该改的该改，该修正的修正，该约束的要约束，但是该配合政府执行的也要来执行哈。那我想我们也面对着这个渔业呢，我们也面对着其他各个国家的一个互相的规范跟约束，所以我想这个法案的订定哈，知识体大，所以今天我们才要来办这个公听会，来让我们的行政单位，还有我们业者哈，还有我们专家学者这边有共同不同的意见，然后大家哈来集思广益，来制定一套出最我们国家，还有我们对海洋未来的渔业的永续经营有一个最好的一个版本跟模式出来哈。好，那么接下来啊，如果我们委员你们有赶时间的话哈啊，来跟本席说一下哈。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也希望你们能多听我们业界还有我们行政单位的声音。那么接下来我们请戴姐来，台湾区尾鱼工会总干事你要发好来，我们请黄昭清黄总干事。主席，现场各位委员、各位贵宾大家好，我是台湾区尾鱼工会总干事黄昭清今天非常谢谢苏昭委召开这个公听会，让我们能够表达业界的一些心声。事实上，在3月17日，行政院把这个渔业三法的这个版本送进立法院之后呢，那事实上渔民朋友有很多的这个议论哈，那事实上并不是怕管理，而是怕被冤枉。好，因为这个送进来的版本里面有很多这个法案，那它字义上的模糊不清。我们知道有99%的渔民是守法的，但是他如果因为法案的字义模糊不清，因为像刚刚谢理事长有说过了，这个船长不可能24小时在船上去看每一尾鱼上来，
万一有一个渔工不小心拖错了一尾鱼了，那尾鱼被发现了，那变成了滔天大罪了。好，那我相信那尾鱼不会使渔民致富，但是却可能会让渔民倾家荡产。所以我们担心的是，这样的法律会影响渔民的这个生计。那所以说，我所听到大部分渔民所反映出来的心声，并不是不希望管理，而是希望合理的管理。那我在这边简单的用一点时间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现在的渔船，尤其是远洋渔业是怎么管理。首先是 VMS， 船上有两套。什么是 VMS？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定位系统。所以你船除了在港里面可以关掉它之外，只要一出港，你就必须要打开它。一台坏掉了，必须把它另外一台。如果另外那一台坏了，不好意思，请你马上进港。好，所以这是你它一定能够掌握到你的行踪。第二个，你抓了鱼，抓了鱼怎么办？当天用电子回报的方式，在你的船上把你所抓的渔获量就打进电子报表里面，马上就回传到渔业署所委托的这个行政中心里面了。所以你抓了多少鱼，他那边都有记录。然后呢，抓了鱼要怎么办？要转载，要去卖。要转载之前，在三天之前就要通知渔业署，告诉渔业署说，我的这些渔获有几吨要转载了。而且几吨就是几吨，只能够容许 10% 的误差，多了也不行。好，所以说那转载的时候呢，那在这个运班船上面还有国际组织所派的观察员，他会负责 sign。 你今天申请转载了20吨，他在上面就给你签署，我今天看到了你是转载几吨，所以他会签署这样的一个部分。渔获到了这个市场国之后，港口国还有检查，包括日本。我们如果是像一些比较珍贵的这个鱼种，像这个 SBT， 像这个那个南方黑尾的话，它还有检定员在那边检定你的数量、尾数，还有我们政府所核发的这个标签有没有结附在上面，是不是合法？所以，我们99%的渔民都在做这些合法的渔捞行为，我们不希望被污名化，但是确实会有少部分的害群之马，所以我们认为渔业法修正的重点应该是怎么样能够防止、防堵，让这些不法的人而来破坏全体合法渔民的权益。好，就好像之前有某艘渔船被发现了船上有这个鲨鱼没有核爆的这个部分，而且到达一定的数量，所以这个就是渔民想要呈现来的一个心声。今天如果你是故意去违法，我们渔业署应该要有法可以去罚，好，有法可以去管。所以这也就是我们渔业法所要去这个去修订的这样的原因。好，所以我们大部分的渔民都举双手支持加强渔业管理，来修订渔业法相关的这个部分。但是目的是要遏止违法的发生，而不是要让造成合法渔民的这个权益的这个受损。那另外，再提到，刚刚有也有贵宾来报告哈。事实上，我们在1994年到1996年间，因为我们国家为了要让我们自己的配额能够跟我们的船数相符，所以我们减少了183艘大型的尾钓渔船。但是减少之后，我们的船数没有增加，我们的吨位也没有增加，哈，所以以前减的都是700吨、500吨这种大型的渔船，哈，所以说，我们也必须要在这边厘清哦，不是只有船数减少而已，我们作业渔捞能力 capacity 也是跟着减少的。好，所以这种我们渔民做出了贡献，做出了努力，我们不希望被抹灭，我们希望大家能看到。所以也谢谢委员有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来这个说明这一点。那另外，还有一个所谓的船员的问题，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哈。那事实上，我必须要说，目前以台湾现行的法令来说的话，我们有所谓的这个仲介的这个制度，所以你必须要是合法的仲介。那你船员的雇用，在你出港之前，你必须要报名单到渔业署核备。那这些船员里面如果有素行不良的，比如说英准要跳过准呢，英准没搁在咱这台湾要犯过罪，或者是有些那个的，他就不准备打进那个系统里面。这些电脑里面都有可以监管的这个部分。那一来在合法的仲介的监控之下，二来在这个政府的这个系统可以管理之下，我不知道这个船员的问题。当然
所以这就是我们面临必须要管理的这个部分，怎么去管到那些跳脱法律范围管理的这个部分才是我们的重点。但是合法的渔民，我都拢照实给你报，我十个就是十个，我那有什么好逃脱好去逃避的这个事情呢？但是在这边也必须要再跟各位委员报告，事实上渔业劳动力的缺乏已经是我们远洋渔业未来经营非常大的一个面临的一个挑战啊，因为这一批的老船长退休之后，那事实上我们的渔业干部的人力有没有办法接上来，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隐忧。好，那所以说刚刚校长讲得非常好，我们不站在劳动力的补充上面，在未来这个干部人力的这个补充上面，我觉得我们国家都需要有一些政策，有一些经费投注到这里面来加强我们对于这个远洋渔业的这个永续经营。那最后还有一个业者在维网，因为他们今天没有来哈，那所以也拜托我来提出一个说明，就是我们在国外渔业合作，我们在国外渔业合作必须要缴入渔费给大家。那尤其像维网渔船在岛国的话，它每年每天的入渔费可能高达10000多块美金哈。那所以说对他来说，第一个他已经付费给这个当地的资源国了。那所以对于这个我们的渔业法里面还要再缴交所谓的这个资源使用费的这个部分，他们觉得好像有一点一只牛不晓得要扒几只皮的这个部分了。那第二个就是说，他们在谈合作，有时候对方肯对方不肯，那都是一瞬间的决定。所以说如果等到谈完合作对方肯了之后，又要让这个渔业署报备核准通过了，那他才能够进去抓鱼，那所造成的这个时间上的损失，那也不知道会有多少。那所以这些的意见都提供给委员，那给各位委员做将来这个立法修正的这个参考。以上在这边报告，谢谢。好，谢谢。那现在我再来也补充介绍现在来到现场的有我们海龙王爱地球协会我们的林爱龙林理事长，好，欢迎你哈。还有我们的台湾尾岩神钓协会我们的何世杰何秘书长，好，谢谢，也欢迎你哈。好，那么接下来我来请我们国立成功大学海洋科技与事务研究所的陈章林陈副所长，好，欢迎。来，请开麦克风。嘿，大家早安哈。那今天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哈，能够表达一些我们以学者的身份来讲一些比较高调的东西哈。那也许就是一种，因为应该怎么讲？应该说学者可能比较有理想性哈。那所以大概我们提的一些意见哦，就是给一些政府单位来做一个参考。那我先讲一下，就是说，因为今天主要的议题还是在于远洋渔业哈，或者还有包括就是永续渔业的一个发展。那我大概简单先提一下，事实上我们在讲比较学术的部分哈，就是说事实上远洋渔业管理通常大概有三种模式哦。那事实上今天的模式主要还是在于比较属于政府里面所谓的统治式的管理。那事实上还有两部分，一个是属于市场性的，还有一个是属于参与式的。那市场性的部分事实上现在政府有在做，因为市场性的部分的意思就是指说，透过市场的这种渔获物的供给跟需求的一个原则，能够影响到这个渔业人的一个行为的表现。那事实上，现在政府有在做的部分，事实上主要就是所谓的那个渔获那个什么统计制度，就是说你捕的那个渔获量有贴上一个政府所核发的一个文件。那事实上这样的文件才有办法在市场里面怎样去做贩售。那我会觉得说，事实上我们在做渔业管理的部分的话，除了就是统计是今天主要的一个重点以外，那事实上在这两部分，一个就是所谓的市场式，还有另外一个是所谓的参与式。那参与式主要就是针对渔业人的部分，他们怎么去做自我的一个管理的一部分。那我希望就是说未来就是说在渔业管理的部分，就是说行政单位能够在这两部分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模式上能够更做加强哦。那尤其是在所谓的市场式的部分，针对那个渔获物的一个贸易认证的部分哦，能够做这部分的一个更加强的一个鼓励哦，这是我第一个看法哦。然后再来就是说因为事实上今天的一个法案里面主要还是在强调那个所谓的重罚的部分。那事实上我想说这个重罚部分事实上在学理上来讲事实上是有它的根据哦，因为事实上在
在 美国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学者，他针对那个犯罪，他有提出一个所谓的一个模式，他身上就有讲到，就是说一个人会去犯罪，我们现在讲就是说一个 crime 会去做这样一个违规的一个行为，事实上他会去考量，就是说他所得到的利益跟他所违规里面所可能获得的一个、的成本，那他如果他利益远大于这个成本的话，事实上他要去做违规行为的一个可能性 就会大增。那事实上我们把这个模式放到这个远洋渔业来看的话，事实上可以很容易的去理解，因为事实上远洋渔业来讲是一个，他执法上事实上老实讲他事实上是不是那么的容易。然后第二点就是说，过去有违规行为的，或者说有发现行为，到底这个定罪率有多高？好，那这个也是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说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的话，如果他预估他所得到的一个利益远大于他的一个所付出的一个成本情况之下，那很有可能怎样，他这样一个违规行为就会产生。那所以事实上行政单位现在目前朝向这种所谓的重罚的一个方式，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会觉得说 这是一个、一个算是一个可行的一个方向，可以来这样子来考虑，这是我第二点的一个意见。然后在第三部分的话，就是说在这个远洋渔业管理条例里面，事实上也、我们也 我个人也是比较持肯定的看法，就是说它事实上有引用的一些的观念进来，比如说包括有资源使用的管理费，因为事实上因为 我大概以前有这样接触过渔业，事实上我一直觉得就是说远洋渔业本身就是说它就是说怎么讲，它事实上是有一群的一个业者，可是让政府也投注了蛮多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经费成本，在做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远洋渔业的一个管理，那就是说它在成本的一个付出，就是说在行政成本的一个付出了，本身事实上是有成本的一个代价，那事实上在渔业资源使用费的一个使用上，事实上某种程度事实上是可以来 cover 这一部分的。然后再来就是说第三点的话，就是因为今天主要有三大法嘛，就是所谓的远洋渔业三大法，一个是远洋渔业条例，还有一个渔业法，还有一个就是投资经营我国籍渔船的管理条例的一个修正案。那事实上我会建议 我看法里面就是说，因为是这三大法可能要去理清楚，就是说可能主管单位行政单位可能要去理清楚，就是说到底这三者之间的一个关系跟所谓的竞合的问题。好，那我的理解里面好像条例远洋渔业条例是在于优先适用嘛，好，然后再是渔业法，好，事实上是像 法上是这样子在定，然后我的理解里面好像就是远洋渔业条例是不是针对我国人经营我国渔船，那我是说在条文里面好像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明确的，就是说它的对象啊，对象如果用这个三个法的话，是不是让对象是远洋渔业条例是我国人针对我渔船的管理，从事的远洋渔业，然后另外一个投资的话是我国人经营外籍渔船，的远洋渔业，那渔业法就是比较 general 嘛，那我是说从这样子这个对象部分可能要把它厘清，因为在远洋条例里面好像是没有在定义，就是没有很明确在定义到底是我国人有没有经营外籍渔船，还是我国籍的渔船。然后事实上我在看这两个条例，就是远洋渔业跟所谓外投资我国非经营，事实上好像在处理的这个违规的样态，处理的这个所谓远洋渔业的问题是有点类似的。那有没有可能就说这两个条例里面去做一个整合？因为它事实上它在处理这个远洋渔业的问题事实上是一样的，只是针对什么？一个是我国都是我国人嘛，那一个是我国籍的渔船，一个是非我国籍的一个渔船。我认识上我不晓得对不对了，那我一说这两个条例有没有办法做一个整合？因为事实上我们法还是尽量让它怎样简单化。这是我第四点的一个意见。然后最后一个意见就是针对这个，因为今天的议题主要是针对永续渔业的一个发展嘛。那事实上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远洋渔业。那事实上对我们来讲就是说，我们在期许这种远洋渔业这种渔业的一个发展来讲，事实上我们一直很强调就是说，台湾就是说本身就是一个四面环海嘛，那事实上在沿近海渔业这部分，事实上我会觉得说也希望能 得到同样的一个重视啊。那尤其沿近海渔业，事实上我们一直有在渔业法里面一直有在强调所谓的一个在地渔业的管理，就所谓的渔业在地渔业的管理哈，就包括像渔业权的制度这一部分。那我会觉得说，像这种比较刚有学者有提到，就是说属于社区化的，或者是说所谓渔会哈，就是说地方社区的一个共管式的一个渔业管理，我觉得这部分也要做更强度的一个加强哈。那这一部分可能就是说行政单位在比如说在人力上、经费上，或者是说所谓的技术上的一个协助，好，那这一部分的话可以再协助这个在地化渔业、加强渔业的一个管理，这部分我觉得可能也是另外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那我最后提一点就是说，事实上有一位学者就是那个叫 Ostrom， 他是很有名的一个那个诺贝尔奖的经济学者，好，那他曾经研究过这种所谓的自主性的管理，他讲到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话，他就讲说内在的管理远大于内在管理的一个
有效性哈，远大于这个所谓外来团体，就是所谓的 political distant party 就是所谓的 distant political party， 就是远大于外在政治实体，讲的就是指 top down 的部分，就是说政府的这个部分的一个管理，实际上是更有效的。那所以我会强调，就我会建议，就是说未来我们在渔业发展部分，我们能够更落实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在地化的一个渔业管理的一个模式，包括像在远洋渔业啊业者的一个自主性管理，还有包括沿近海域的部分。那我们今天报告在这边，谢谢。好，谢谢。那么接下来我们邀请我们财团法人绿色和平基金会我们的蔡佩云蔡主任。麻烦请开麦克风。谢谢苏委员以及大家所有在场关心台湾远洋渔业永续发展的同仁们，大家好，我是绿色和平的蔡佩云。那其实今天绿色和平针对台湾远洋渔业发展的建议，主要分为四大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针对远洋渔业船只的管理以及资讯透明度的部分。那在这个部分呢，其实一般来讲，现在在国际上渔船的基本资讯其实基本上都是属于公开的资讯。那他们为什么要让这些资讯公开呢？其实一方面是可以提升它整体管理的效率，另一方面呢，则是可以让更多的人可以一同来监督和参与相关法规的落实以及执行。那其实目前就台湾在这个资讯上的管理以及透明化来讲，其实我们目前看到的是在有两个主要可能需要改进的地方，也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资讯的管理的部分。其实目前就台湾远洋船队的资讯管理的呈现方式，其实它是就各大洋区有核准作业船只，他们是分别属于不同的，算是不同的档案里面，然后同时它是在渔业署的网站做这样的呈现。可是在我们这边认为，其实这些资讯是需要去整合的。那要怎么样去整合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其实很多台湾远洋渔业作业船只，其实他们作业的海域可能不是只限于太平洋或者是印度洋，有可能他们在这个两个海域都会作业。所以如果你要有更清楚而且明确的资讯呈现方式，你应该是像有可以参考中西太平洋委员会他们的做法，也就是说，你有个资讯系统，只要输入跟船舶相关的资讯，你就可以去了解到这艘船只它在哪些海域有相关的作业许可，以及它是否在其他国家的经济海域也有这样的作业许可。所以我们建议渔业署在这方面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做努力。那另外一个则是针对资讯透明化的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资讯的透明化其实它是良好管理的基础。可是就目前来看呢，其实渔业署这边资讯呈现的程度和中西太平洋渔业管理委员会上面其实程度上是有落差的。可是其实基本上中西太平洋委员会他们那边所呈现的资讯都是渔业署这边所提供的，那也就是说其实渔业署理应他也在自己的网站上也可以提供这样资讯的呈现，而且他可以在第一时间来确保这些资讯可以及时的被更新。那同时呢，我们也建议应该可以参考韩国的案例，韩国他日前也拿过欧盟的黄牌，后来他们也成功的去除了欧盟的黄牌。其实在韩国这边，他们在韩国的远洋渔业协会的年鉴中，他们列出的不只是基本资讯，还包含的是各个船公司他们所属的船只名单，还有他们那些船只相关的资讯以及年捕获量，来提高他们整个供应链的透明度。那这方面其实是台湾这边可以去学习的，因为我们刚刚有学者也有提到怎么样去增加整个水产品供应链的透明度，还有这也是国际社会现在开始去关注，他们开始去要求说你这些渔获要进入到我的市场，你必须要有相关的证明去证明说这个不是来自于非法渔业行为的渔船。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呢，我们如果把这些资讯可以透过立法的方式确保这些资讯的公开的话，其实不只是可以完善的去管理我们的远洋船队，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去满足目前或者是跟上目前国际的趋势，来确保说这些渔获不会来自于非法渔业。那再来还有第二个主要的建议，则是针对境外雇用渔工的部分。我相信可能在场的人日前可能也有注意到，就是在美联社他们日前发出了一个关于血汗渔工的报道。其实这边美联社这个报道，除了美联社这个报道以外，其实大家可能也有听到关于泰国的远洋渔业里面，其实他们发现的就是远洋渔业中其实常常存在是关于人权的问题。其实就像刚刚有学者专家提到，就是其实远洋渔业它本身在管理和执法上其实是相当不容易的，所以造成里面其实存在了不只是非法渔业的问题，还有人权的问题。那根据绿色和平过去的观察和一些法规的研究，其实我们也发现在台湾的远洋渔业里面，其中也存在了类似人权的问题，其中又以境外雇用的渔工这个部分最值得大家来关注。因为其实就境外雇用
雇用的渔工来讲，其实目前就行政主管的认知和见解来讲，其实这些境外雇用的渔工是不适用劳动基准法或其他国内相关劳动法规的。可是就是因为不适用这些法规，造成这些境外雇用的渔工，他们不管是在最低薪资上、工时上或工作条件上，其实没有真正所谓的法源依据，然后去做最低或去做一些权益的保障。虽然渔业署这边他有提出两个相关的法规来去针对境外雇用的部分去做规管，可是我们去细看这个契约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里面基本上他们的薪资其实是渔工和雇主或者是渔工和仲介 去做协议的，也就是说并没有一个规定，不像我们劳动基准法里面有要求说我们的最低薪资是20,080元，可是在这个契约里面其实是没有这样的规定的。那就我们的观察以及的了解，其实这也容易造成这些境外雇用的渔工变成容易受到可能是薪资或者是劳力剥削问题的主要对象。那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知道其实针对境外雇用的管理其实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之前我们也了解像是渔业署和劳动部他们也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究竟这个应该怎么样去做管理，那究竟是不是有可能会适用劳动基准法。那因为我们对于其实劳动基准法是不是适用于境外雇用渔工这个见解，其实我们认为是有待商榷的。因为虽然说这些境外雇用的渔工他们是在境外被雇用的，可是他们其实是在台湾的渔船上工作。那基本上呢，其实船舶或航空器它其实被视为是国土的延伸，所以针对这些境外雇用的渔工，如果他们是在台湾的渔船上工作，那是否也应该适用台湾的劳动基准法呢？其实这是值得被讨论，甚至需要可能上级的主管机关去做裁决的。那再来第三个呢，则是针对权益船管理的部分，就像刚刚那个陈副所长有提到的，就是其实目前渔业三法里面有一个就是针对那个投资经营非我国渔船管理条文部分的修正。那我们在初步去看的时候，其实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它很明显，它里面 FOC 条例里面它所的用词和定义，目前跟远洋渔业条例里面的用词是不一致的。那这个势必要在修法的过程中去讨论，这必须要统一，不然的话，也许就像陈副所长他所提到的，是否要去整合这两法，来确保说这样相关的管理行为以及未来在执法上有一个统一的方式和统一的做法。那再来就是，其实大家都知道，权益船基本上它的船籍国并不是台湾，所以其实台湾政府如果你要进行相关的调查，其实是有困难有挑战的。那如果我们也希望可以透过这样的条例去管理这些非我国籍渔船，可是台湾人去投资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应该透过这个条例去建制相关的执法和合作的机制？那这有可能是要跟其他的船籍国一起去合作，一起去做这样的机制的。那再来最后一个呢，则是跨部会小组的成立。因为我们都知道远洋渔业管理其实它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它涉及的层面从刚才提到的不只是船只管理，到外交甚至是劳动的管理等等。所以在这部分我们建议应该要成立一个政院级的跨部会小组，包含的是渔业署、海巡署、移民署、外交部、劳动部等等，这样才能去落实远洋渔业的管理。谢谢大家。好，谢谢。那么接下来我们邀请台湾环境资讯协会我们的吴佳琪啊，吴小姐。主席、各位委员，还有各位关心台湾远洋渔业的各位前辈先进，大家好。那我们今天的一些想法，就是在台湾的远洋渔业的实力是很雄厚，大家都了解。不过在面临这个全球海洋资源枯竭的现况，我们是不是能够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思考的问题。那我像刚才那个学者就是郑老师还有提到，我觉得老师提到一个社会责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而且不仅是我们台湾对台湾自己的社会责任，或者是我们应该把眼光放更大，在一个全球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那另外的几个分享的部分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召开这个公听会，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可以让大家有意见的参与。然后其实在3月多的时候，其实就已经知道会召开公听会了，然后大家也都
期待会有这个公听会来参与大家的意见。不过就是这个公听会时间通知的稍微的晚了一点，我觉得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虽然说公听会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规范，但是像是我们可以参考其他的一些相关公听会的注意事项，比如说台北市政府它的公听会是在会议前10天公告，然后宜兰县政府的公告时间是在2星期前，我觉得可以做一个参考。像我们这次就比较稍微冲突了一点，就是希望能够让大家有更多时间可以安排这个来参与这个会议。好，那再来就是针对远洋渔业部分，我们知道那个渔业是利用海洋资源的产业之一，那目前永续经营是全球对于海洋产业发展的一个趋势，那再来呢又要有永续，又要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所以呢在我们建议我们未来在那个订法令的时候呢，在提到在法令中提到的发展或者是开发，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另外的角度来思考，就是用永续经营的这样的概念来进行。比如说我们今天有那个会议资料，就是远洋渔业条例部分第五条第三点，它在远洋渔业之发展目标，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发展呢用另外的思考，就是用永续目标来看，或者是说像第34条它有提到说就是要我们未来的一些发展的方式，比如说像是新渔场开发，不过其实在资源枯竭的状态下，然后我们是不是做资源的还要继续做新渔场的开发，或是另外的用海洋科学基础研究来做一个来做一个新的方向呢，可以做一个思考。然后再来是我们知道永续经营的基础必须要建立在科学研究上，然后所以呢在第5条，但是海洋那个远洋渔业条例第5条其实它的已经有说明，我们需要越来要用预警的原则，还有生态系为基础的方法，还有一些科学的依据，这都非常好，就是未来我们可以利用这些依据这些法令，然后迈向永续。然后再来，不过第5点呢会有建议，就是因为相关的这些第5点条例的这几点的那个行动计划啊，如果能够另外成立专家小组的方式来拟定，可能会比较周全一点。比如说像刚才的就是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个更比如说刚才 GP 有提到绿色和平有提到跨部会的机制，或者是有更多专家可以参与这样子的研拟。那除了这样子的行动计划订之外呢，是不是应该要更明确的说明这些计划这些行动计划应该要有公告，定期每年进行有评估成效、检讨、更新等等的，可以让这样子的行动计划持续在一个最新的状态下。那再来就是也是刚才提到，就是在第四点啊，比如说渔捞能力及海洋渔业资源之衡评措施，就是比如说因为渔捞能力跟海洋渔业资源其实应该用更大的角度来看是一个生态环境的资源，所以说像这样的资源上使用，我们是不是能够用比较这样子永续的方式，或许是一个新的角度。那再来是再来一点呢，是希望能够有更资讯公开。刚才绿色和平有提到一些部分，那这部分我们想要再补充一些，就是关于研究的部分。像比如说在那个远洋渔业条例一开始就有提到说要有健全渔业的可追溯性，但是在后续的我们还没有看到说用什么样的法令可以强调这一部分。那刚才有提到，比如说像是供应链的透明度啊，是不是能够我们在法令中能够做一些强调？让它更有一些依据的部分，让我们更明确知道这是可以做到的。再来就是其实像另外的资讯整合部分，那个目前的条例中在第29条也有提到，比如可是我们希望能够再加上这样子的第29条是在说主管机关应建立远洋渔业整合资讯系统，以强化远洋渔业管理。不过这部分除了讲到资讯要整合之外，另外一部分我们关心的是资讯公开的部分，希望这样资讯整合的资料必须要持续更新，而且必须能够公开，让大家可以一起来了解这个渔业的发展。那再来呢，除了这个第33条其中就在鼓励经营者引进研究维护海洋生态环境或远洋渔业永续经营的相关新科技或新技术，建议其实也是可以加入研究的部分。其实在进行实作的操作的渔民们，他们其实或许也可以参加，用他们的角度来看看什么样是能够更永续的来渔法或是渔具来为我们的永续渔业做一些贡献。那另外就是同上的像这些的受补助或是进行的相关任何的引进啊、研究这些执行这些相关的工作啊，这些成果报告都应该要能够公开，让大家可以一起来探讨。
那再来是再来是对于那个目前的草案34条有一个建议，就是我们现在呢，他这个草案呢说主管机关得办理一些相关事项，比如说海洋渔业资源之国际合作调查及评估等等。那第二项呢，就是在说新渔场开发，这是刚才之前稍微有提到。我觉得在全球资源枯竭的状态下呢，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远洋海洋科学的基础研究来取代这样的开发？另外呢，也可以进行的相关工作，包括像是永续渔具啊、渔法的改良研究。那最后一点是关于那个目前条例第30条，目前呢是目前的现况，台湾现况是委托了民间单位进行一些事务，包括包括了渔船位之监控管理等等。那可是我觉得目前如果是用这样的方式执行，可是可以思考另外的是，这样子的用民间单位来做一些管理的话，是不是缺乏一些公权力？是不是可以用像比如说这个渔船船位之监控管理，再来是还有港内转载或港口卸鱼之检查，还有观察员之遴选指派等等，这些我觉得这些是可以再思考，我们是不是用什么方式可以用比较好的完善的管理。好，谢谢大家。好，谢谢。接下来我再补充介绍，我们刚刚进来的有我们宜兰县议会我们副议长，我们林其山林副议长。好，副议长欢迎欢迎。还有我们本院委员，我们庄瑞雄庄委员，曾委婉，好来，好欢迎哈。还有一个我们宜兰县近海渔业运销合作社我们的理事主席，我们蔡元龙蔡主席。好，欢迎蔡主席欢迎。好，来，接下来我们邀请国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学渔业生产与管理学系我们刘文宏刘教授。好，谢谢刘教授欢迎。好，主席各位委员以及我们行政团队的长官，还有我们各位前辈跟我们先进，大家好。那我们知道我们的远洋渔业的永续发展，那永续的部分呢，基本上就根据我们的三个角落了，一个是生态，一个经济跟社会。那台湾的远洋特别的奇怪的一个状态，就是因为它有牵涉到外交的部分，所以我们要永续发展，我们就必须要根据了我们的生态的基础之下，来将我们台湾的这个社会经济跟外交的利益达到最大化了，这应该是我们台湾的一个战略的目标。所以根据这个部分呢，第一个部分我们就必须要解决生态的一个问题了。那在台湾生态部分，我们应该想到的就是资料的一个统计的部分。然后，那我们相信我们整个的台湾的行政团队本身就已经针对了国际组织已经是全力配合了，因为我们台湾的一个外交地位关系，我们当然是全力配合的一个状态。所以在这个资料的收集部分呢，我们基本上呢，希望呢，就是目前呢，我们约署有规定，我们的业者呢是要交到一些渔获报表的，然后，但是知道我们大家在渔业工作都知道，工作是非常辛苦，然后，所以资料收集难免会品质会参差不齐的，所以大部分还是要根据我们观察员的资料。那我们观察员应该是全球里面搭配是最好的，然后因为要求5%，我们可能到10%的。但事实上随着科技的发达，尤其是我们现在行政院有生产力 4.0 的方案，所以在这个方案里面，我们能不能要求我们的那个我们也结合我们的一些业者，那是不是能开发一些应用的一些软体的出现，导入这种智慧科技的部分，所以开发出这种渔获资料收集的 APP， 然后尤其是像最近我们学校搭配的美国 AIT， 他们在办理这个渔客松的竞赛里面，也开发这种渔业资料的收集的这个APP 的软体，这个部分是未来我们可以去着力的，让我们的资料库可以更加的一个完整的。那第二部分就是我们在整个对外的这个协调的一个谈判的部分，那这部分基本上我们各个非政府组织也提到，我们必须要用跨部会的组织来进行，那尤其是在如果以中国来看的话，他们高治国他们在这个中国的在国际海洋法的法庭里面，它基本上中国是形成一个方阵的一个方式来进行对外的一个谈判的，所以我们国家这部分呢，是不是可以结合我们的跨部会来结合一个比较常设性的一个组织，然后来结合了我们外交部啦，我们的一些相关的政府部门，变成一个方阵式的一个组织。那未来我们在做谈判的时候，不管在参加各个区域组织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来拟定相对应的一些对策，然后那也符合各方的一个要求。
那这部分我们渔业署近年来也组成了这个尾鱼的虚拟研究所了，所以未来的部分是不是也可以来进行？那当然我们现在署里面也开始增聘了这些相关的谈判的一些人才，但是我们需要更多人才来加入到我们的渔业的这个行业里面去。那接下来的部分就是进入到我们的经济的议题了哈，因为我们国家的部分呢，基本上我们这一些国家进入到其他的国家进行一些捕捞，我们就必须要进行一些渔业的合作的部分哦。那现在渔业合作也越来越困难哈，它甚至要求我们在当地要这个联合投资，包括设厂雇佣当地的一个渔工呐哈。所以这部分能不能结合我们外交的资源，来结合政府开发援助的一个计划，来保障我们国人的一个权利的哈？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才可以来解决这相关的一个问题。那包括像日本的经验，它就是跟印尼合作，它就是透过这种援教计划，把这些人变成我们的船员，或者是变成我们的一个观察员，这样的方式透过外交管道，还有跟我们的渔民合作，那这样可以让我们的国力更加的展现了。那第三个部分就是我们的社会的部分，然后牵扯到我们的人力的整个转型，然后那其实欧盟在早期他们已经提出来这种渔业辅导财政的援助办法，那他提出来就是尽量让我们的渔业竞争力跟经济可以一个平衡，然后那渔业资源跟渔捞之间两者之间也可以到永续的发展。那这个做法呢，基本上也这是我们政府生产力试点应该可以去做的啦。我们未来我们的学生少子化等等的一些问题，那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渔捞的作业更加的先进啊？所以他们在补贴的部分呢，他们就是现在的设备补贴仅补贴于在作业甲板以上啊。那另外一部分就增加我们渔民工作的安全，因为我们出外作业工作舒适度，如果大家有上船过工作的话，包括我们的血汗渔工，然后大家其实都是只有一个大概棺材的一个大小睡觉空间，然后所以这部分的工作的条件的安全，还有渔业产品的卫生品质，这牵涉到我们产品未来的一些市场的通路。那我们国家比较可惜，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水产品的一些行销的一些战略的一个布局是比较少看到的了。如果在这个方面我们怎么样改善我们市场的供需，还有增加我们渔产品的附加价值，然后增加我们国家在对外的这个销售通路，这部分就可以让我们的整个的作业捕捞，虽然捕捞的渔获可能没有像以前那么多，但是我们获得经济效益还是最高了。那另外在社会经济的一个政策上面，基本上它是鼓励55岁以上的这个比较年老的长辈呢，他们是可以退休或者是转业的。那比较35岁以下的渔民呢，他们是可以在购买船只或者是进入到这个我们的这个渔业工作，它是有相对的一个补贴的哈。那这是他们在社会经济上面也可以供我们参酌的一点啊。那剩下的时间呢，我大概是针对了有关我们的远洋渔业条例的草案修正的一些比较细部的部分呢，提出一些看法了哈。那在我们第8条第1项第4款，那渔业合作国在该国管辖海域内的他国渔船欠缺管控机制这部分，因为它是国外的一个事务了哈，所以基本上这个我们也查证不易，我建议是把这条删除。那在第13条第1项第4款的部分，基本上这个部分呢并没有依照前条第一项规定经主管机关核准进入到他国管辖海域从事渔捞作业哦，这此款落掉进入他国管辖水域必须要取得他国许可了哦，这部分也必须要增加他国许可这个部分。那为了避免远洋渔业出现这个换旗事件哦，所以应该在第13条第一项增列未经合法程序变更船舶国籍喘气，然后这个部分必须要增加这一条。那我们的民间团体比较担心的就是，我们如果有一些故意的情况之下，导致一些违规，如果有重大的一些罚款，这就会产生大家一个疑虑的哈。所以在第13条的第1项5、7、11这等等的一些条件，基本上也必须要增把这个故意的部分呢，要把它写上去，然后避免大家的一个疑虑。那如果在罚款的部分，大家可能会比较疑虑，可能要必须要说明清楚，它有关为什么它要罚款是5倍或者是8倍。那另外，如果有一个在我们的第24条第1项第2款的部分呢，基本上罚款在大部分的人的罚款都在200万元以上了哈，所以只要违反这个部分，基本上就不用3年累计，然后就会被列为高风险船，所以这200万的部分也必须要经过一个思考。那以下比较细部的部分，我也列为书面资料供各位委员呢跟大家做一个参考，谢谢。
好，谢谢。那么，因为我们庄瑞雄庄委员在其他委员会还有要质询发言，所以我们先请我们庄瑞雄委员。主席，好好，我们在列席的官员还有啊，各位咱做个企业界先拜了哈。今天呢、啊，我们这个整个远洋渔业条例有这么多啊渔业界的人来做这样的一个啊公听啊来做参与啊，我相信大家也去感受到整个我们中华民国远洋渔业确实法治面要去做一个建立。但是啊，这是不是啊这一部法令啊，尤其我们渔业署这个地方啊也要特别去注意到、啊。一个法令在立法的时候，是不是也该去考虑到我们政府为这样的一个产业，我们去投入了多少？我看整部法案呢，《远洋渔业条例》这个草案，至少我在我的选区屏东有这么多的渔民朋友。从事实际上啊远洋渔业的人，第一个的反弹的是，吼、哦、你政府要求，花甲遮尔那重。平常时啊，你都无都无，大家也要艰苦死啊，啊船啊开出去，啊算政府也无都倒卡就是啥物？怎么突然来了一个欧盟的一张黄牌以后，那完了，这个整个远洋渔业变成黄昏，快要来临了。所以我们也希望啊，整个法令在起草的时候。我们当然要跟国际上来做一个接轨，我们确实也看到，我看中国现在对整个远洋渔业他们也都是很严格了、哦、我看到昨天我特意去看的，在南海那个部分，我一句话看不到上面浮旗，上面艺术公家就要暂时袂当掠鱼啊那样，我看非常严格。那我们当然也不能之外于国际社会的一些规范，可是呢，我在看整个远洋渔业。条例这个草案的时候，我发现这一部法令啊，非常的不体贴。为什么非常不体贴？我咱啊，副主委你啊，拍摄我唔知你坐你啊，我今天来我唔知上大粒未？你坐你啊，无爱看到。那跟我在看这个整部法令在起草的时候，我们到底有没有去跟其他的国家小我讲问一下？你不要整部法令出来以后就变成整个是要来让健全整个我们整个远洋的一个渔业，不到最后让我们实际从事的这些远洋渔业的渔民呢、啊，就敢说啊，你这是要搞灭鱼，我要死，我那怎么当？副座，我真的一个感觉就是说啊，这些条文里面我看不出有任何的对远洋渔业的渔民的一个体贴啊，是不是有些地方会过重？我们也担心呐、啊。那法令的一个条文有没有可能是模糊的地方？这有时我感觉政府也很奇怪呢。我们船开出去，那到底到别人的、哦、海域里面去，那去都要使用人家的海渔场，当然都要付费嘛、哦、那我们政府又去扣了一条收取的渔业资源的使用费，这个就觉得很怪，突然多了这些东西啊，本来没有的你把它加进来啊。如果站在实际从事远洋渔业的人的立场，他一定跳脚了。这个这样的一个条文的设计啊，是不是要多增加一个日出？干嘛亲爱的？那么日出的时间落去看，回看班子呢，有一个比较让。我们实际从事的渔民感受到政府的那一种温，对我们那种关爱啊！这个政府哦，爱好好去想啊，唔会想到就一张红白字啊，再来想到的就是啊，是啊，你在当时被红牌。这个如果完全是这样的一个思维的话，这个都有一点太过于把国家的一个公权呐 拿来当压制渔民啊，只因为来应付啊。啊，整个国际的一个规范，这更凸显我们对远洋渔业这一块，过去我们也没有去想到如何去健全它。你像这个整个条例第13条，中华民国人，
不得有下列重大违规行为，哦，第一类用无渔业证照啊，哈，没有第六条第一项远洋渔业作为许可，那个第五伪造、涂改、遮蔽，还有十一款啊，捕捞、持有、转载或卸下、销售、禁捕，我看就这几个条款呢，受到最多最多的一个非议。第一个定义不清，第二个很容易入人于罪，第三个这产埋下以后的纷争啊，啊，这拜托啦，这吼、哦、法律定出来吼、哦，让大家会当照聘照行的啦，不要随便弄了一个款以后，我跟你讲，这母系在阮家里不要你玩了，随便弄了一个条款，有争议的你不写清楚，大家就开始叫阮来电话拍伊啊。哎呦，那个财务主委啊，这个拜托哦，这个灰色地带啦，那法律伤严啦，恁要求啦，大家嘛在跟恁抗议者。这个，所以我们政府在立法的时候，是不是也给实际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一点点的温暖？这个全部都是什么规范呐？规范该有啦，但是不要到最后变成对一个产业的一个打压啦。远洋渔业哦，这经营真不简单呢。咱船安尼开出去，当然咧掠鱼，咱来接受国际一个规范啦。那可是你这突如其来的一部这样的一个法令，哎，惊死人诶！所以我们今天呢、啊，我们也希望啊，今天来啊参与这个这场啊、公听的这些产业界的人，把各位的期待啊，你得全部拢啊公共出来啊，啊不留意不盖稿，你不懂得留意盖稿，你知不知？实际上从事的你碰到什么样的一个困境，这个有时候啊。政府部门啊在冷气房里面作业啊，他懂啊，他们很有学问啊。那问题是你真正的业者的心声你没有去把它强烈的做一个反应啊。有时候在立法的过程里面啊，难免我们怕也有遗漏的一个地方，或者说规范出来没有去照顾到整个远洋渔业对啊。实际从事人的那种冲击啊，所以我们也期待啊今天呢、啊、我们可以听到更多我们渔民的一个心声啊，那我们也尽力啊来为这一部法令的一个健全来尽一点心力，谢谢。好，谢谢我们庄瑞雄庄委员。接下来我们请屏东县东港区渔会我们总干事，我们林海丑林总干事，好，庄委员来欢迎哈。主席、啊、各位宇宙的这个来宾、哦、大家早安，大家好、哦、因为这个远洋渔业条例、哦、虽然是渔业署有来到我们当地来做说明会啦，可是当地的业者，尤其是这些船东、船主、船长，伊嘛咧讲，伊嘛建议，结果业署嘛有部分嘛无修改嘛吼，伊建议的这些拢真合理啦，尤其是呢，伊讲第三十五条内底，伊讲受雇人与其他从业人员讲，船长也犯代志，即只船啊，船长也犯代志，即船员嘛是爱连坐处分啦。我感觉讲船员是无辜的啊，船员伊嘛要听船长的指挥啊。啊，你也要甲船长伊也发生违规的代志，船员嘛要处分，也要吊车，也要罚金。我感觉这是真无合理啦。吼、哦，要罚船主。船长，因我知因是从事渔业的真正的人嘛，船员就是咧对船长出海的，伊嘛听船长的。哦，这点我也感觉讲渔业署哦，伫地方咧做说明的时，嘛有甲因建议啊，啊你嘛是搁也无修改，啊嘛搁继续搁嘛是搁要甲这条例要看会当送去立法院未，要有通过未？哦，我也只希望讲渔业署哦，爱尊重阮地方的意见啦吼。啊，搁再咧，伊即摆讲要修这哦。刚刚庄委员讲，要修这渔业主管使用费，进哦后入渔会啦，一年哦，啊，搁后通信费啦，种种啦，啊，搁后尾交这通信费，一年通信费哦，几万块的啦，啊，搁即马搁渔业署搁叫阮装一条伊都不可啦，伊都不可就话你的通信费，因你若发射，就要4000几块啦，种种呢，啊，搁再哦，搁再阮东港区员也要几摆渔会哦。佮阮抽一下税金的哦，所以哦，伊所赚的虽然讲，伊伫外国所赚的无只摆按本国消费，无只摆按本国来下伊啊。唔过呢，伊所赚的钱一定只摆按本国只摆来底做消费，吼、哦、啊，
伊其实叫伊也赚着钱，伊嘛去投资，哎嘛对咱个人诶一寡上业的机会嘛要介有。我系讲这样、個，即、這个收这使用费哦，我感觉是讲话讲，大行都要搞阮渔民哦，都那怎个讲讲咩咩鱼啦，大行都要钱，大行要，我希望讲伊也使我看我对阮渔业的人哦，村长啊村长哦，加较一个温暖的，讲讲较一个有一个关怀的心啦哦。卖讲大行都要发，哦，啊，像讲你讲发，人讲讲，阮东港的渔船拢差两百，你拢差一百吨以内啦，吼，拢一百吨以内，一百吨以内咧，你若一百吨啊，差不多一百吨以内，就要啊，犯着违规，就要两百万到一千万以上啦，吼，一千万以下，两百万以上，一千万以下，啊，变啊一后三变咧，就要甲取消渔业执照。我系感觉讲真咧，渔业法内底。就是讲，你啊违规违法，你就禁港的。我渔民哦，上惊禁港，唔是上惊罚钱啊。你啊讲罚钱，你啊讲伊啊讲认为讲伊所得有够的，伊嘛是要违规嘛要违法嘛。所以伊上惊禁港。不过进渔业署按这渔业法内底都禁港的一个法则啊。伊禁港出去呢，伊查到你啊个禁三号日呢，伊要搁爱附带伊每月日每半年爱搁。伫信用部贷款的钱啊，伊也无出去讨谈呢，伊绝对哦，迄只船啊，伊会绑起來，所以伊嘛介艰苦。我系感觉讲这法则伤过重，你听无？哦，咱就是讲讲真啦，社会上冇死刑啦，哦，定死刑定到较重，啊，感觉讲无人去强奸杀人嘛，嘛是照常咧强奸杀人嘛。所以讲你甲罚遐多，罚遐啊悬，对渔民哦，迄时啊讲讲。渔民违法违规，是系足少数的啊，少数人，你甲定到遐大部分合法的，大部分拢许个啊，都无小心。我比如讲，伊也多，因为进哦，船长伊所请拢是外籍渔工，外籍渔工有当时无法当辨识，即尾鱼啊是乌沙还是水沙，啊伊都无小心掠起伫掠起乌沙是哇，伊也多用灯前，啊都用看到，哇渔业署咧。即马报登啊，也税也税，就要甲罚几百万呐，就要甲处分呐。哦，这嘛无合理，这是在不知的范围之下。因为我船长底下咧划，底下划船啊，结果是即处理渔获钓起来，即处理拢是外籍渔工，伊唔知影讲这是未使掠，还是会当掠。哦，啊，搁再来内底咧，我讲啥物？伊内底条款咧，有啥物？迄个回报器啦，哦。迄个回报器呢？讲物业要死啦，物业要死啊！歹哦啊，无回报，无唔对。渔业署有规定讲，每六点钟爱回报一遍，用手动的。唔过呢，船长呢啊，都超过六点钟哦。你内底就是讲，你啊超过你无回报，你啊迄带物业要死歹，嘛是爱发啦。过去是拢做劝导的，因为有当时伫海上，迄机械咧运作，拢着咸水。哦，阿嘛是会有歹嘛，各种论哦嘛是真悬，所以讲唔是渔民，就干要甲关起來，有阵啊是真正歹的，啊用手动的，手动六点钟报一道，伊唔过呢，伊虽然讲六点钟啊，都在抓鱼啊，都在筛船啊，啥物，伊都袂记，都超过这六点钟呢，渔业署嘛是要甲发啦吼，我系感觉讲渔业署呢，嘛得好玩这渔民哦，较有一下温暖的，忙动都要发，动都要发咯，诶。这是讲内底哦，查这个营养条例拢差不多伫中华啦吼。啊，即马内底讲第33条内底啦吼，伊讲要引进哦，有为鼓励经营者引进执行与海洋资源环境的这相关新科技与新技术啊，新科技甲新技术哦，其实哦，讲起来，这拢是专门针对渔民，叫一个厂商去开发，用不用？比如讲是即类开发，伊都不可啦，伊开发出来，你政府得爱甲补助，作为补助，你甲补助这厂商，我感觉介无合理啊。厂商到尾伊卖阮即只，伊都不可，伊嘛是要趁钱的，所以讲你应该补助阮的渔民。哦，比如讲无唔对，要安装即只伊都不可，你有补助，伊也是有补助。唔过未来的通信费每月你差3-4千块，啊，都孤孤等等。渔民的上重啊，是讲未来，唔是讲现有的，我会当未来通信费嘛是会甲列入考虑，讲阿妈加减啊甲阮补助者，哦，你讲会补助厂商呢？我感觉介奇怪呢，补助厂商的新科技，好、哦、啊，以上报告，谢谢。
谢谢林总干事的发言，特别他提到这个罚则过重，还有未来的新科技的辅导，恐怕是嘉惠厂商而不是渔民。我相信这些都是渔业署后续可以参考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赖委员来做这个针对这个法案的回应。好，谢谢主席哈，好，谢谢，还有我们副署长啊，沙副署长，沙副主委了哈，还有署长，还有今天很多与会的贵宾了哈，跟学者，我想这个议题大家其实相当的关心，然后因为台湾的远洋渔业哈，这个其实有超过两万的一个就业人口了哈，包括400多亿的一个产值哈，啊，这如果在包括以周边的产业的哈，这个量是相当大。那前阵我的选区里面，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产业了，很多家庭也确实都依靠这个产业在那个，所以这样的一个修法的过程中，其实我还是要跟所有的同仁们，跟所有的委员们大家沟通了，其实还是要必须很谨慎的处理了，它确实是一个很重大，在地方上是一个很重大上的一个问题。那再来是我也想要提一下是，其实这一次的整个触发这一次的修法，其实主要最大原因还是来自于欧盟给了台湾一张黄牌了。那在黄牌之后的整个渔业署的处理态度，我还是必须提出谴责了。我觉得整件事情的处理其实是保守的，甚至包括整个过程中，我相信虽然渔业署列了很多，他过程中跟很多的沟通，但我知道他其实找了部分的渔民团体做了沟通，但是其实都不是很清楚。那包括他也一直让立法者其实在这件事情上面尽量不提供资讯，同时我看很多民间团体也几乎没办法掌握到资讯。在一个这么重大的法案要订，对人民有这么重大影响的状况下的时候，你在立这样的一个法的时候，你的过程没有经过充分的沟通，他到了出行政院院会的时候，我们还拿不到版本，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处理过程中，虽然事情已经过了，但我觉得这个过程还是必须检讨了，我觉得未来这样的作业方式是大有问题的。那就我们所知啦，欧盟是完全同步掌握的，所有的渔业署的任何的法案的修改，有新的版本出来的时候，欧盟完全能够掌握到最新的状况，所以整个其实是欧盟压着渔业署在订这样的法。那这样的过程中，其实对台湾的很多渔民或者是对于这个团体来说，真的情何以堪了，所以我说这件事情一定是立法院一定在这件事情要扮演稍微一些整个抗衡的一个角色了。我所以说抗衡，就是说至少不能完全只有欧盟的想法或者是欧盟的意见，人民的渔民的想法，人民的想法要透过立法院来呈现出来。那当然我们都知道说打击非法解除黄牌这件事情对台湾是重要的，我们也全力支持要来打击非法的业者，但是打击非法业者的部分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理，这个真的是刚刚大家很多人谈到了很担心过重的一个罚则，或者是整个犯罪的样态不清的状况下，会不会让很多的守法的业者或者是守法的渔民他们遭受到很重大的一个伤害了。所以这一块也是后面在整个法案处理过程中必须非常谨慎小心。我再次强调大家都支持一定要打击这些非法业者，给这些非法业者很大的巨大的压力，让他们不要再让台湾的渔业形象受损，但是在比例上面一定要小心的处理，不然对于台湾的渔民确实会造成相当大的影响。那再来从法案上面的内容上，我也必须提几个大原则，我的版本也出来，这次我有一个版本，蔡培慧委员也有一个版本，黄昭顺委员也有一个版本，还有行政院的版本。那我认为其实远洋渔业的整个不应该只是一个管制性或处罚条例，这一次的看来有2/3的条文几乎是都是处罚都是管制，远洋渔业我认为应该要带有辅导带有发展的一个角色在了，毕竟它对台湾的是一个相当具有重要性，而且我们也期待说的远洋渔业是永续发展，永续发展里面其实这是一个很广义而且正面积极的字眼，所以我认为政府在这方面，台湾作为一个海洋的大国，我们在渔业有这么强的一个影响力的状况下，我觉得我们的政府应该扮演更积极更正向的角色，所以这样的一个法不应该只有处罚或者是不应该只有 管控，2/3的条文都是这样角色，所以我的主张是认为应该用远洋渔业发展条例这样的概念。那发展里面当然有很多必须做的，我们政府应该协助渔民去做的，很多的渔民他们很多土法炼钢起来，他们不一定完全那么能够那么的掌握的那么好，这一块我觉得政府应该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去协助。那讲到这个部分就会回到了政府的问题了，就是说
我们的政府的体制里面把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产业是交给渔业署来负责，而渔业署是农委会下的一个单位而已，是一个三级的单位，所以基本上它的组织、它的人力、它的资源是相当的不足的，所以这一块我也期待未来的新政府能够在渔业这一块的能够提升它的层级，不管是未来透过海洋部、海洋委员会的思考，用更广阔的思考方式，给更多的资源，给更多的人力，才能够处理这个问题。不然，我认为渔业署也是在末端解决这些问题，末的修啦哈，他也是很痛苦在处理这些问题。国际欧盟给他多大的压力，他就想办法走到哪里就被逼到哪里就走到哪里。我认为这个对台湾的远洋渔业长远的发展是不利的。那再来是我也认为包括像里面提到的远洋渔业的资源使用费，坦白讲，为什么会有这一个的这个出来？就我所了解啦，其实就是渔业署需要有经费跟资源来做这些事情，那所以他没办法，政府不给他钱，只好想办法从渔民身上挖，所以这也凸显出来为什么大家提到了这个一只羊要扒几层皮，两次三次，在国外要缴入渔费，还有相关的费用以外，还要再缴一笔这个资源使用费。那政府在这边的扮演的角色呢？渔业署也无辜啦，他没有资源，要不到中央不给他钱，所以我也是主张，照法案上主张，我认为远洋渔业应该要设立一个远洋渔业发展基金啦，我们在很多的都有设置相关的，如果渔业这件事情对我们是重要的，我认为政府应该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或者是说在我们将来的罚款的部分，重罚得到的这些钱应该缴回到这个渔业发展基金，他的钱不应该进到政府的大水库里面大家共同去留用，而应该回到这个渔业发展基金来协助渔民建构一个更永续发展的远洋渔业。那 我想我不占用大家那么多的时间，我想初步先表达我的看法，那也期待未来在修法过程中我们尽量把这个法整理得更好，那也希望能够尽早解除掉这个欧盟对台湾的黄牌，那也希望我们的远洋渔业能够更永续的发展，那渔民能够有一个更安全更稳定的一个体系。以上，谢谢。谢谢赖委员，特别他提到就是未来不应该管制，也要思考远洋渔业的永续发展。当然，永续发展我们也要面对，就是这个保育跟养护了哈。另外就是相关的基金以及这个管理部位渔业署的升级，或者是跨部会的协调，这个都是要努力的方向。那我在这里要补充报告，刚刚黄昭顺委员提到说，好像那个渔业署的法案都并没有跟民间团体，并没有跟那个渔业沟通，对他确实。在这里非常缓慢，我记得在我2月19号要进行这个总质询的时候，跟渔业署询问相关的资料，他们也是不愿意提供的，但是他们在11月30号就已经把远洋渔业条例跟欧盟沟通了。我真的是觉得这件事情反映出来，就是说远洋渔业是台湾渔民努力打拼的强项，同时台湾也是一个渔业的大国，我们为什么会忽略了我们渔民的需求，忽略了跟渔民的沟通？我相信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一定要办这个公听会，希望能够来理解渔民的想法，一些民间团体的想法，还有一些专家学者的想法，共同来拟定更完善的远洋渔业条例。好，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宜兰县议会的林奇山副议长来发言，然后下一位是海龙王爱地球协会的林爱龙理事长，我们有请林奇山林副议长。主席、各位长官、各位议会的贵宾，今天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啊，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一个公听会。我相信我在40几年前呐、我就伫钓鱼啊，今仔开始钓吼，钓到湾牛啊，我去这个南太平洋。包括去纽西兰、跟澳洲去抓湾牛的，那时候刚是我们台湾呐、远洋渔业正在起步，而且我们全国的这个远洋渔业在世界上几十年来拢徛伫真重要的这个地位。但是因为即马时代嘛已经开始变迁啦，当然渔业这个资源减少
啊，甲其他的国度，啊，这个渔业崛起，啊嘛，当然分散了它的资源，哦，不是完全是因为渔业的啊，这个资源减少。那当然，对于气候的这个异常啊，产生的变化也有很大啊。但是要如何甲咱台湾啊，诶，这个渔业啊，改观了搁较好啊？渔业署甲农委会当然嘛用尽了心思啊，啊来要安那来管理啊。不过我感觉，哎，我们的农委会哈、啊，跟渔业署啊，啊，好像不是我们台湾的中央政府的。啊、好像是欧盟的管的，那么当时啊属于欧盟，也是属于其他的国度的管，他根本没有将我们移民的心声，跟我们移民的真正的需求，跟面临的状况没有实地了解，想一个办法，想头头疼伊头，脚疼伊脚，啊，想想就给他定一个办法，跟灭夷的行动啊是完全符合，所以讲今仔日啊，我咧开议会啊。啊！我立委主持会议啊，我嘛经病来。我认为讲今仔日啦，必须要讲一挂心声，来各位长官吼，甲各位相关的啊，今天出席的人员很了解的。都给咱企业来管理，我们也很赞同。怎么样来管理？哦，应当是要循着哦按部就班的来进行，唔是讲你想得安怎就想安怎。你当时啊，为着讲这个油。啊！你油一个政府无在去掠迄款迄个非法的用油，还是偷卖油？啊！结果你著来甲船来甲装一台啊！这个航行记录器，你唔去掠犯人，啊！著来掠这渔民来做，对吧？啊！著本地阮船啊，较早你掠伊也是几啊台过去掠，他妈为着你渔业署，整整一个驾驶台内底啊，整个满满满全是过去，你们什么 EPR， 你们 VMS。哦，连咪什么定位器，连咪只定位器，刷入去，家己阁无做了，研究一个这个卫星的这个定位的系统，对吧？啊，来叫什么啊？第二个什么阿克斯啦，啊什么啊伊马塞斯，哦，啊你刷你，啊你买到这物件，敢袂用哩？根本都袂用哩，对吧？啊那派去，啊就要甲这渔民借财，要甲这渔民安怎？那讲到这个是几百岁就对了。经营伊也几啊十年，我当嘛还阁继续伫经营。我是希望讲今日啊，咱的政府啊，吼、哦，爱好好啊，要定一个发展情，吼、哦，会当慎重，会当真用心来甲这渔民对话，互渔民会当深入了解。啊，而且嘛爱互这民意机关，像今日这立法院，吼、哦，要定这个发展情，嘛爱真正深入去了解。头拄啊讲的小简单。一个外头，我对乌沙根本就不了解。你讲乌沙是禁止的，什么沙是禁止的？伊敢捌？啊，你即阵才拄个新来的外头啊！啊，内底我一只船内底来掠到3500尾的沙鱼，对无？啊，即摆伫水产内底出起来，都出内底4-5尾乌沙，啊嘛掠来去死，啊毋得罚2000万，罚几百万，啊几只船内卖卖拢，互你嘛无够。所以讲，定这个法一定要有详细的沟通，深入基层。甚至去了解，让每一个渔业者会当来接受，啊，要安怎来宣导，或者渔民会当来，大家来配合。我相信咱台湾的渔民哦，实在是90%以上啦，95%以上，拢是合法的，拢是真希望配合咱政府的政策。但是一半也非法，这我唔敢讲。哦，当然非法的爱严格制裁，但是你用这个普遍法安尼吼，我看到这个条例吼。我看到实在是无啥会动的，尤其是特别伫倒，咱即摆你家限制讲欧盟，啊欧盟伊即摆因主席第一遍也收到，诶这个资料，比如我即只船仔抓到，我即只船仔有扩大，但我即只船仔并无抓遮侪鱼啊，对无？啊结果是因的这一挂买鱼的人、承销人，啊对无？啊伫遮买、伫遐买、伫遮收、伫遐收，啊收都无扩大，啊就拢甲写写有即只去。啊，所以讲，甲我入港诶，啊，渔业煞无啥配合，哦，安尼我着要来甲你发，我着要甲安怎？你应该是深入的了解，伊只鱼到底打来，伊今日出去欧盟诶，只鱼啊，是毋是实际？是毋是阮只渔民？哦，真真正正只船掠出来，哦，我是讲今日啦，啊，因为哦，嘛有真侪人
要发表伊个意见啦，吼、哦。我也希望讲未来，吼、哦，要定这个法，吼、哦，啊，甲对这渔民，第一，爱看讲咱个渔业过去个发展，到底对咱全国渔业有偌大个贡献？咱较早渔业个规模，甲即马为什么缩甲遮少？是不是我们政策、我们的管理有发生了一些问题？好、哦，对，所以讲对这管理个部分啦、啊，我也希望讲看安怎真切实。真踏实，吼、哦！啊，未来管理，吼、哦！啊，管这渔民一定会全力来配合，哦！你也看过去，吼、哦，三五一夜，吼、哦，三五一夜，我感觉渔业署都管理了袂歹，吼、哦！啊，这渔民嘛，大家配合了真好，啊！但是我看这个相关的这个渔业的部分啊，吼、哦！你想讲颜色钓，吼、哦！啊，我南澳啊，差不多大多数拢全是近海，啊！你到近海根本就无必要去装这个，吼、哦！装这个迄个回报器。啊！你嘛讲叫阮了，一定爱装回报器。啊！你装落去，啊！阮今仔这个鸡也害，啊！就讲叫阮阿弟迄个鱼骨爱塞顿来，哪有人哪有人这种啊？吼、哦，对不对？我看吼、哦，我内底啊，嘛还佫有真侪部分啦、啊，爱来向大家报告啦吼、哦。啊，但是今仔时间啦、啊，啊嘛限制条了，我嘛袂当伫遮一日来陈述啦。我希望讲最主要，就是讲咱湾流鱼爱管理是无唔对，我嘛认同。但是怎么样来管理？我是认为应该要更加慎重，因为咱台湾的渔业发展在世界是真出名。我漳州只要去日本，我嘛去遐考察因的啊，即款的渔港啊，包括因的作业，我也希望讲要很慎重了。咱也无迄个尻川忙去港食的下药，啊，人都国际都还未去实施这个条例，咱家己就来什么以其傍身，是啥叫你傍身？是到底是中华民国的政府叫你傍身？也是讲你家己去想出来，对吧？外国嘛，阿未今日进行到这，啊，你就开始提前，人家来现在放个屁，你这边就马上要怎么样又怎么样，所以我是希望讲要慎重一点哈、哦，希望各位啊能够对渔民啊哦能够提供更好的这个服务，谢谢大家。谢谢林副议长的发言。那如果您还有一些资料，也可以书面来提供，我们会详实的记录。那接下来我们要请海龙王爱地球协会的林爱龙理事长。那下一位是宜兰县近海渔业运销合作社的蔡元龙理事主席。主席、各位委员、各位渔业先进，然后还有各位关心远洋渔业的伙伴们，大家好。我是海龙王爱地球协会理事长林爱龙。那我今天是代表我们民间普遍对于海洋关注的这些公民们的声音。过去这种声音很少在这个场合参与，但是如果大家有在网络上看的话，会发现其实对海洋保育，不管是沿近海或是远洋，从2005年之后，这个声音就不断的上扬。所以这个区域已经不再只是我们自己国内人可以在这里面自己说自己的话。那很多人也都很关心我们的渔业的发展。那作为一个保育团体，或者说作为我们民众，作为消费者，其实我们非常在意渔业的永续。我们不是叫大家都不要吃鱼。这不是我们本意，我们要大家永远都吃得到鱼，要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孙子都吃得到鱼。可是渔业是有可能枯竭的，我们沿近海就是最好的例子。那我们今天必须说，其实我们认为今天会有这么多人转，这么多小型渔船转到远洋渔业去，就是因为我们的沿近海渔业资源枯竭啊。否则为什么要跑那么远，然后那么辛苦？好，所以其实这一点我们就想要先跟大家表达我们的想法，就这些年我们大家觉得沿近海渔业跟远洋渔业的思维必须切开来。切开有个很重要问题，我们想请大家思考一下，我们的远洋渔业有多少鱼最后是回到我们国内的？我们的渔业是为了什么而存在的？一定是为了首先我们自己国民一定要吃得到鱼嘛。那请问我们远洋渔业捕的鱼有多少%是内销的？好，那此外我们的远洋渔业提供我们国家有多少的就业率，是否解决我们国家的这个工作机的这个问题？那远洋渔业的从业人口确实很多，有20000多人，可是相较于沿近海有20几万人。那所以我们更在意的是，请问远洋渔业有没有解决我们国家的这个就业率的问题？那另外还有这个缴税，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农林渔业从民国70几年之后就没有缴税了，但可是其他的行业都是要缴税的。那我们今天我们捕的这些鱼都没有回到我们台湾，大部分可能有90%都外销去了。那而且它也没有提高我们就业率，所以可能还会然后还用了很大量的这些便宜的外籍渔工。
那当然捕鱼的经验可能也没有传承，所以这些当然也会造成我们的所谓的人力的这个断层。那还有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是否促进国家经济发展，那当刚有其实有前辈也稍微解释说好像就是虽然没有缴税，但是他们最后还是会回台湾消费。可是事实上我们必须去衡量我们国家投入了多少钱在远洋渔业上面，我们缴了那么多的会费，每年都有1亿多，然后呢我们还有用油补贴，今年2016年就编了26亿，远洋渔船也可以领。那还有那个渔场拓展的钱，像对外渔协就1800万在上面。那还有如果到那个外面国家去开会商谈那个付这些会议，通通都有相关的补助。其实远洋渔业真的跟沿近海域相比花了我们非常多钱，可是它到底养了我们多少的这个水产品的供应，然后还有我们在意的这种种的问题。所以就这点来讲，我们想要说的是，我们了解全球其实现在都在关注远洋渔业。因为其实如果大家常关注中国的网站会发现说，他们常在那边东海无鱼黄海无鱼，然后也要长征远洋，然后他们 也大量的往那公海去，所以这一块势必其实是管理会越来越严格的。而且今天我们必须说，这个远洋条例它并不是突如其来的，大家应该知道，其实从2000年以后，整个公海已经没有所谓真正的捕鱼自由了。其实很多的区域渔业管理组织都一直在加强管理，对渔民来说这些都不是新闻。第13条所列这些重大违规行为，其实这16年来不断的有很多的国际渔业组织的给的压力，然后还有很多的各地的环保团体，还有其实渔民自己也都知道，其实这些都不是突如其来的。那我们也必须说，其实我们也觉得渔民也不见得都是弱势。说真的，现在一艘船 CT3 CT4 好 CT4 一台都要1000万左右，那上网去查99吨的25年的船1300万，这是有多少人可以经营的。所以我们认为真正的弱势是那些沿近海捕不到鱼却没有办法转行去做远洋渔业的人。真正能够转行去做远洋渔业的人都不能真的算是弱势。那我而且此外，我们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那些守法的人也是弱势。其实就像刚刚很多前辈说的，90%以上都是守法的。那我们应该如何保障这些守法的？最重要就是最关键的，就是要严格取缔那些非法，才能保障守法的。否则他守法就是改增效嘛。那很多人其实他有每次都很多理由啊，他的什么 VMS 又坏掉啦，那什么的。可是大家都知道，推 VMS 已经推10年了，我们有助理10年前就帮忙在做这些安装。那他们其实还发明很多 paper， 我们有听到说拿一个铁锅把它盖起来，它就可以阻绝它的信号。那你还说这个坏掉，那所以其实这民间有很多 paper 也是我们都很在意的，这其实都已经沟通很久了。那我们真正的希望说，我们真的希望说我们的远洋渔业是永续的。那我们也很希望我们可以跟我们孩子说，我们是一个堂堂正正的海洋大国。然后我们希望我们在国际间有非常好的这个海洋渔业经营的这样子的信誉。可是我们应该不会跟孩子说其实我们可以靠那个压低罚金，然后把这个部分当成我们的营业成本来经营我们的渔业。这要怎么跟孩子说？这是我们要的这是我们要的海洋国家吗？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大家应该知道，其实有很多真正能够缴得起罚款的，他们都常都把这些罚款当成他们的正常的经常的这个成本。就像现在中国很多违法渔船也都是这样，你没有提高那个罚款，你根本不能干啊。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未来就是一定要保障合法的，而且我们还一直在呼吁，我们一定要给这些守法的渔民好的奖励。像是如果他长达3年5年都没有违规，而且呢他还包括他可能还雇用比较高的比例的本国渔船，然后他的渔获的内销比例也比别人高，他的渔工管理记录也都比大家好，这些应该都要列入积分考量。然后在每年的这个远洋渔业申请的许可中，应该给他更好的优先顺序，让他可以有更多的配额，或是说排序可以更优先。用这种方式，我们认为除了应该重罚那些少数然后时常那个侥幸的这些违法者以外，更应该积极的保障那些守法的渔民。那所以我们必须说，我们其实已经有比较了，那个我们其实有把从2月到4月许多委员们的质询影片，我们都逐一反复看了许多遍。那目前那个
这个条例我们也都仔细的跟几位委员的法条一一都比对过了。那我们必须说，我们常觉得渔业署过去真的休眠了很久，这十几年常我们民间团体或国际间保育团体怎么讲，我们的渔业署都好像在睡觉，可是这次终于醒来了。那所以我们经过仔细比对之后，我们必须说我们是相当高度肯定这次行政院版的这个部分。那我们必须在说，过去远洋渔业真的用掉台湾非常多的资源，那我们希望使用者付费的概念必须进来。那我们也非常的希望说我们的远洋渔业能够好好发展，未来因着我们的信誉能够在国际间争取更多的配额。那以上是我的报告，谢谢大家。我们谢谢林理事长的说明，特别是表达了民间团体的意见。那接下来我们请宜兰县近海渔业运销合作社蔡元龙蔡理事主席，然后下一位是苏澳区渔会陈春生理事长。主席哦，各位这长官哦，咱的渔业界这前辈哦，我是咱这个所属的渔民哦，我叫蔡文良哦。今仔日我要表达就是讲，这个渔业署啊所修正的这远洋条例这个法则哈，伤过重。伫咱个渔业署，伫阮所有渔会伫做说明的时阵哦，我一再伫反映，即种的条例内来讲哦，关注伫咩伊个，但咱即个渔业哦，咱灭掉就对了。安怎讲呢？你今仔日哦，像阮这违规第十三条的内底，较早罚嘞。哦，三万至十五万，即个忽然间跳落来到两百万、一千万，哦，你即种个做法，思考，哦，比如话咱讲交通就好啦，是啊，你违反交通三万，你若起价啊三十万，哦好，即个行业，哦，你若讲若处分落去了后，后界无渔业啦，无渔业啦，无渔业的时阵，你后诶咱台湾即个子孙要安怎样来生存？咱台湾是一个海洋的国家，咱的海洋的土地啊，会使讲是真矮啊。咱的台湾一个真小的一个国土，但是咱若船啊去到外国，去到岛屿啊，是咱的土地延伸到外国。大家这个教授，大家拢伫遮拢知影，咱的这长辈嘛拢知影。但是你业主啊，你索取这个因果啊，因所谓因啊，你为着要永续渔业、永续经营。恁嘛是渔业署，我知恁嘛是为着咱的渔业要会当永续经营，所以讲，但是你索取因啊来求果啊，这个果你的目的就是讲加重处罚。但是你今仔日咱的利益伫倒位啊？今仔日我你讲，咱若无多生存的时阵，渔业无多生存的时阵，嘛无只尊员尊长嘛拢无尊啊啦，哦啊，所以讲你啊讲今仔日。无这个船啊的时阵，甲无甲船员的时阵哦，无这个从业人员的时阵，嘛免担这个渔业啊啦哦。这我就是伫遮讲哦，做卖干人讲索因哦，啊来求果，这爱检爱多多来检讨。但是咱的根本啊原则，就是爱予咱渔民会当生存嘛。你渔民生存的时阵，你嘛较会当来保持这个渔业永续经营哦。这是我伫遮讲的，一只船啊。像我的船啊出港去，要四个月、五个月。但是你这个鱼价吼，平均嘛，如果一斤鱼价八十块啦，哦，出你四个月、五个月，一抓所费成本，包括请外劳的工资，包括油钱，包括食饭钱，其他这些所有的日钱拢来加起来，差不多要五六百万。哦，啊，你也五百万就好啦，哦。八十块的鱼价啦，吼，七百五十六，是不是？哎，你爱七十栋的做的鱼货以外，较会当符合这个成本。啊，你这个鲨鱼啦，鲨鱼进前从两年前一斤五十块，即个剩二六块，是什么原因？因为你今年卫福部来定一个甲基汞百万分之二，你来降落来到下修百万分之一，海下生肖人说。买鱼啊，巴西那边遐订单一直来，要来咧买鱼啊，啊，结果咱这来订一个，迄个袂当出口，啊，袂当出口的时阵，你害死着阮这渔民咧，
啊，渔民，你来讲讲，今仔掠十万斤啦，鲨鱼掠十万斤，价值偌济？260万有够成本无？所以讲，阮啊渔民啊，转来时阵啦，爱卖鱼啊，都爱都卖船啦，啊，这安尼敢对？所以讲，渔业署恁来难思考看，今仔日阮船啊开出去，东边出去都是日本的海域，它了有倒位啊？有咱的渔场伫倒位啊？爱驶到145度以东出去，来回2800海里，这2800海里爱偌久？恁来思考看。一度哦，一度就是60海里，啊，你150海里、145海里以上，拢爱驶20几路，来回就是爱一个月啦。啊，一个月这中间，你来看讲啊，做这外劳的薪水，因伫困，你走水路时阵无做工课，咱嘛是爱做薪水费，伙食嘛是爱食，啊，结果无够成本，啊，这恁有去思考着无？咱今仔日渔民，就是只爱还一个安心的一个市场，结果恁嘛无全争取哦，包括这个鲨鱼哦，鲨鱼的这个甲基虫的问题，恁嘛无向社会去争取，因为鲨鱼的衍生体内底本身就有甲基虫，甲基虫的存在就1.334，啊，较早无这个问题是安怎样？即届有这个问题，那鱼啊，给阮渔民上届会当体会，所以讲今仔你定这鸳鸯条例。加强这个话来讲，阮是在你肯定，阮嘛一定来配合。因为安那，恁叫阮写哦，每日医疗入住，阮嘛写；每月速报表，阮嘛写。哦，要船啊，要入来，要出去啊，三工前，阮嘛来恁通报。鱼啊卖落去啊，阮嘛在落。但是你这都在说一个，伊都不可，为着这个话，伊都不可，阮嘛安落去。啊，伊都不可安落去了后，结果阿斯克。就是 NCC 内底，中华咱的中华民国的这个传播的委员会内底讲，阿克斯这个卫星未用哩，无合法，未当连接到伊都无可。阮偌早都回到转来，都去开93000块，都去来买一个伊玛塞多啊来用，结果伊玛塞多去哦，这个代理权都去哦卖哦别人去，啊，阮嘛唔知影咧，啊唔知影时阵往哪用，结果不愿意输。都无出来，因为安那，每样嘢事咯，嘛是伫连接到伫这个伊玛塞多诶卫星内底。啊，结果阮，逐天爱报告，逐天爱去报船位，一个月无报，爱处罚，爱管理，船爱驶转来，马上爱驶转来。所以讲，中华渔协，恁委任中华渔协来办这个吼，这个一寡只来讲，爱叫恁的，比如话，伊都无可啦吼。逐项拢爱照恁的办法来行，阮拢嘛配合。结果恁中华渔协监控管理，但是对于这个资讯，你无完全统一甲整合起来。你哦，中华电信啊啥，你统一落，结果损失的人是阮渔民嘞，唔是恁政府嘞。你一个拍一个卡钱，阮就爱下边，阮就爱舞到一山平哩嘞。所以讲，这对阮这渔民来讲吼，完全一个无证。啊，尤其是讲哦，做你这定这个规范来讲吼，我有看这 IUU 渔船。所谓 IUU 渔船，其实唔是咱这台湾基地出口出去，你台湾之外，这个船啊，100吨以下烟索船啊来讲吼，你会使你讲监控嘛会丢，管理嘛会丢，你唔免单纳入这个远洋渔业条例内底，你会使单排除挂分而开。安尼来讲，嘛较合理啊，啊无。哪有一个公平原则？因为你拿目睭你看咧，我船仔要出港，你嘛看；入港入港嘛看，掠什么鱼啊？你嘛拢来看，你嘛拢会派专员来去市场来看咧。啊，你是安怎样来对阮做采取这个迄落？啊，你当然你着看阮全部。所以讲内底，阮一直你讲上届容易，这是这个迄落，就是讲第13条的、第4个、第6个、第11的、12个，这法规来讲吼，阮袂当接受啦。啊，你若讲会使的时阵哦。100吨烟索协会的烟索的这个船啊来讲吼，爱打划分去，啊无安尼来讲吼，无法度经营啦。这你这定落了后，雪上加霜，阮无正式吼，爱收收起来，船啊收起来，啊船啊收起来对咱国家有好无？无好。日本，我甲副议长去日本去照样看，船啊无几只，是安那样啊？咱这村啊，去爱外销去日本，因哪啦？根本因都渔业都无嘛，其他只个唯一渔业，咱就是咱台湾的渔业
胜过因日本，所以讲伊日本伊一直要咱迄个海权就要咱霸占去。啊，你若讲今仔日咱台湾，阮渔民伫外口咧拼经济，是安那？因为讲哦，做咱渔业速度伫咱底济。哦，我是希望咱若这点哦，这委员哦，爱替阮做主，发挥吼这个运营条例的法则哦，袂使你呾，袂使你照共款，人因这有诶拢照地。东印度洋，哦，大西洋，你管袂到的迄，你都来管，哦，安那样来管理？但是你看会到的这些，你台湾这些鱼港口处理倒转来这些船啊，你好好啊，好啊，但保护，安尼咱台湾渔业才会当永续经营。谢谢。好，我们谢谢蔡理事长，特别他提到我们台湾有非常多的小吊船，哈的这个心声。那接下来我们请苏澳区渔会陈春生理事长，然后接着会邀请的是台湾尾鲢绳钓协会的何世杰秘书长。那各位发言之后，我们也会邀请农委会的沙副主委来做整体的回应。好，感谢我们主席哦。我们各位委员，还有我们这个渔业界先进，还有渔业署长官及我们学者哦，大家早，真感谢哦。有这个公听会，让阮有发表意见的一个空间哦。其实渔业署在这个方面哦，也是因为我们确实在欧盟方面挤黄牌哦，已经迫在眉梢哦，也是极端。在乱的当中也要整理出一套的管理办法出来可能比较急迫一点在地方上的一个意见整合的方面已经好像 也因为时间的关系没办法整合得很成功。也借这次的公听会，让多多听我们这业者的一些意见也是一个让我们业界永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跟各位讲渔业就是经济、外交。跟国内一个法规的里面的一个通合的一个板块，在我们如果渔业界退了之后别人渔业一定是往前一大步如果我们在这个平衡感当中我们要如何起一个平衡感非常其重要。如果今天我们定得太严，管得严，我们就跑了另外一个国家，甚至中国大陆，双手纳入我们进去作为一个好的一个业者。如果我们太松，国际法规我们又站不住脚，尤其我们的国家的一个发展真的是大家要集思广益。所以在这个法规里面，如果我们在冲之鸟岛被日本划潜之后，那个要不要列入一个法规里面的一种？如果我们在台日渔业协定里面，因为潮流的关系，如果在重叠海域、涉海里，我们就可以抓鱼的。但是因为我们栖就于强权之下，我们要如何去认定这一个法则所以我刚刚在讲，刚才我特别提到我们要国内法规适用国内法就好了，100吨甚至说50吨，在一个定一个严审之下、严责之下，让我们能够适应这个法规才对的再来，刚才特别提到我们的林理事长我跟你报告一下。海洋的是一个台湾是一个海岛，两党之间都以海洋立国，结果在海洋的资源上面的一个统筹办法里面是最微小的。也跟你报告一下日本在冲之鸟礁，他花了几百亿把一个不存在的东西让它存在，把一个固的一个海洋资源。他没有渔船在那捕捞，但是他顾海洋资源的一个立场是不变的。在我们一个国土的延伸，我们台湾那么小，但是在世界上能够能见度那么广泛的，就是渔业的发展，才能够在国际立场上面我们站得住脚。所以我在这里不应该来讨厌渔业，不应该限制渔业，应该发展渔业，让我们渔业。能够永续发展，然后有效的管理。什么是有效的管理？让我们一些的法规能够正常化，包括人权的方面，比如讲说我们的人力仲介，让它法规化，很正常的一个很严格的一个处理之下，
再来外劳的部分应该成立一个专业规章，但是人权我们并没有抛弃人权，也并没有不去管理人的一个因素存在，只是把它列入一个专业规章里面。我们的渔业法渔业种类非常繁杂，包括近海，包括远洋，包括甚至一个渔业里面只是工作了200多天而已，甚至100多天就在休息，但是我们还是要遵从的劳动基准法里面。但是如果某一个小细节里面他去申诉，往往都是我们业者的损失。但是确实我们是这样吗？跟各位讲，人权里面的劳工是我们赚钱的一个重要的一环，但是我们能够不照顾他吗？我们能够不希望他能够更把他教导之后让他来对我们有一个奉献跟贡献吗？一定是要的。所以我跟各位讲，渔业是很可怜的。为什么渔业很可怜？一个从不懂甚至语言之间的障碍之后把他教到全部都会之后，请问一下，我们不会去疼吗？我们不会去照顾他吗？啊，为什么有这些人一定百分比5%里面有可能扳断，有可能情绪上有可能加变，有可能恋爱的爱情的造诣啊，所以都有可能的发生状况之下，都不去调查清楚，之后一昧着就是鱼也唔对，鱼也要人唔对，为什么？我读册无啊。所以恁有一寡人民团体，还是一寡和平组织的人拢讲啊，恁哦鱼也接无，就是我无读册。但是我即卖已经渐渐啊，包括有日报表，包括什么，包括我电脑已经拢设计一套啊，我已经开始渐渐进步啊。毛国开始卖体啊吧，吼、哦、啊！再来，在我们这个，我昨天有去参加我们海洋大学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研讨会里面哦，他已经把所有包括咱的定位器，包括咱的航程记录器，包括有办法去整合的。所以我希望哈、哦，它最重要是国造的，全部从开始到电子零件，开始到整个过程里面都是国造的。我希望政府能够朝这一方面来去处理，降低移民的成本，增加收入，有效管理，我相信这样才是对移民才有帮助的。但是法规一定要有，但是要从重量刑，不能说这种爱罚单呢，这种嘛对罚单呢，对移民的公平性是无够公平的。啊，我希望讲在这个中间渔业也是好，还是这远洋条例都好，希望。照着刚才的黄委员，他特别提到说，是不是让我们重新来去做探讨，把这个洞，把这个国内法跟一些远洋的吨位的该怎么样去分类的很清楚的来做处理来讲，我相信我们的远洋的渔业，甚至我们近海的渔业，甚至我们海洋立国才是勉为其名的。啊，也希望我们新的政府也能够对我们海洋立国这个口碑啊，委员能够让他擦亮这个话语啊，啊，我希望在座的这个岛全部都是海洋，不要去灭渔业啊！有效的管理是我们语重心长的一句话。感谢各位，谢谢。谢谢陈理事长特别强调有效管理、增加收入、降低成本。那接下来我们请最后一位发言的是台湾尾盐绳钓协会何世杰何秘书长。主席，各位长官，各位贵宾哈，大家好，今天很高兴哈，在这边协助我们渔业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发言。那对于说前几位哈，包括说我的一些前辈，那他都对于说这个实际上面从事渔业的发展，他们现在面临所得到的一些经营上的困难困境，在实质上面做一个反应。那可是今天我哈就在这个法规上面，希望说大家也来做一个讨论跟检讨，是不是我们国家的法规跟其他国际的法规来相互比较，会比较弱还是比较严，还是说相对的，其实我们已经到达了一个非常某种程度的一个渔民无法承担的一个情况。那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说，在这边今天远洋渔业法哈。基本上面就是针对两个目的哈，第一个目的就是说与国际接轨，
那第二个目的就是说，不在乎就是近期之内可以这个解决欧盟环排的一个压力。可是我们哈回过头来看一下哈，欧盟它本身自己到底它本身的法律是怎么样？有嘴去讲别人啊，到底伊家己有法度好做甲到无？我从这个欧盟它的网站上面所截取到的，欧盟它现在的法规总共有84页，它对于说欧盟这个重大违规来做这个分析报告里面，啊，它这个重大违规的分析报告里面，它欧盟这个要推行这个重大违规，它很好的，它对于说在这个推行之前，一个几挂专家学者，对说这些法律制定出来了后，到底可能对这个渔民造成什么会经济上面的效益，人有评估出来。其实欧盟内底伊的一挂重大法规，我比较过，含咱即马渔业署定的，渔业署是定16项，欧盟是定11项的重大违规法案，基本内容内底相同，相似的地方很多。啊，毋过上大的无同是哪物倒？伊上大的无同是吼，伊即马那欧盟内底发到一个法规内底，伊是用计点的，毋是像咱共款，咱是讲发到了后，一个手就罚200到2000万起跳，按个伊毋是，伊是安怎计点的？伊譬如讲，即个无渔业执照，伊甲你计7点。即个没有这个履行这个渔捞日志的违规，伊甲你计3点。总共加起来，伊踮咧规定3年之内，总共若互伊计满28点了，伊甲你罚禁港2个月。所以讲，到底咱即个渔业法内底？那准讲是真正要适应欧盟伊这个办法内底，伊是安怎规定？我希望讲，咱会当回过头来去参考国际的一些案例，尤其是欧盟这次的提出来的要求，对他们国内合不合理？那对这个其他的国家合不合理？我记得 WTO 这个世界贸易组织里面，伊内底有一个条款，就是讲你家己国家本身内底做袂到的代志，你袂使要求讲。这类其他国家也爱做较高，这是违反这个国民待遇原则啊！这点伊是不是违反着？还是讲咱这边渔业术家有这个相对性的，人欧盟有反着了后，伊是用这种计点的方式，并先讲吼是头段这个委员有提到，是一种讲吼以辅导的方式，协助咱这个渔业甲教育啊，伊都真正反着几啊，甲你计点。甲你提醒，你这是唔对的。啊，毋过唔是讲一开始伊就是以处罚为原则的，尤其是即马处罚个遮严重着，200万到2000万起跳，这对阮这个延伸钓小型延伸钓，这来讲应该是讲等同于说哈宣告破产。到底讲咱这个有做这个经济对渔民的评估有没有像欧盟这样子？这是一点值得探讨。因这个过来，我这个搁讲一个重点哈。咱即马渔业法定了有够严无？有够严啊！有一个哈数据，我甲大家报告哈。2005年，咱的远洋渔船哈是1800只，按个到2010年哈，已经是减到1400只，短短期间内底减400只，到2014年，即马哈去年所统计是1100只。那总讲咱的渔业遐好经营，像伊讲有一挂环保团体伊讲的，那总讲遐好经营，啊，法则有时咱有阿多承受，是安怎咱会呈现这个数字？这是值得大家所探讨的。台湾伊除了远洋渔业，啊，甲一挂产业以外，咱阁会当存啥物货落来？这是不管是讲咱即马从事的渔民，尤其是讲咱即马后一辈所需要保留的，台湾的经济茫去互空去。哦，咱至少会当即个保存咱即个渔业的所在，到底是要哪甲护得？这是最重要的所在。相对性的，咱即马遮的渔船啊，拢减少落呀。按过其他的国家咧，我甲大家报告一下：中国、塞西尔、巴布亚、新几内亚，甚至讲即、這个即个厄瓜多尔，因遮渔船啊，拢大量的成长。我希望讲吼，大家会当去思考一件代志的，就是讲。因大量成长背后的意义是啥物事？咱若用掏空去啊，取而代之的是因。
啊，毋过因遮个国家大量成长诶，因诶刑法有比咱搁较好无？因诶法则有比咱搁较重无？其实是无诶，因管理诶方面比咱搁较弱，即点是需要思考诶。第三点就是讲，本级面顶重大违规面顶，我看伊即个内底条咧，一点我感觉讲做遗憾诶是安尼，我举一个例互大家听吼，伊即个内底有关系到种即个。咱即马诶，渔捞日志、渔捞报表，拢需要用电子诶系统。就是甲大家搁解说搁较清楚诶吼。每一工诶作业诶状况，每一工诶一个娱乐诶状况，包括数量，拢会用踮诶船仔面顶，拢要用电脑做甲传转来。用电脑甲传转来，即马全世界干那两个国家做会到尔，一个是欧盟，一个是即马诶台湾，其他诶国家即马拢无法度做。啊，毋过即马即个无用一路不可，无争一路不可的，即马变成讲是伫咱的重大违规内底，应该讲重大违规是伫咧讲你的违规的事项内底，佮有一个你犯着规的时阵变成重大违规，迄才是符合重大违规的定义。啊，毋过即个重大，啊，毋过即马即个其他国家无咧讲的即个标准，咱国家佮做了了后，应该是讲。其他国家对咱来讲是讲，应该是用奖励。恁这个国家是做了全球，敢那有近两个国家做会到尔。啊，毋过现在甲变成讲列入去重大违规内底，而且是重大哦，200万到2000万。这个思考的方面，是毋是讲大家需要来思考一下？最后哈，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个有一挂这个环保团体，讲咱的人权啥物货，他都有讲到的哈。即我先往来小块提一下，即个泰国的人权即个方面，即因是非法劳工，请16岁以下，甚至讲吼是圈禁他在那边，无法跟外界作业。这跟我们台湾现在现行的一些制度是不一样的，不要这样子污蔑我们台湾的渔业。以上，谢谢。好，谢谢何秘书长。特别他提到台湾的法规跟欧盟法规应该交互对照。那接下来我们要邀请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沙副主委。蔡委员，各位出席的学者专家，渔业界的先进，还有记者媒体先生，大家好。我想，刚听完很多人的说明以后，我觉得有很多东西我们可以参考，我也会记下来，也会要求这个渔业署应该要做适当的调整跟回应。那这边首先要致歉的，就是说看起来渔业署的沟通是有问题。举个例子来讲，刚刚这个有些先进在讲说，我们的渔船怎么样啊，然后我们的应该按照大小吨数来分。其实远洋渔业发展条例有一个先决条件，它是要在公海跟其他国家的经济水域，换句话说，在我们自己的经济水域的话是不适用远洋渔业发展条例的，是适用渔业法的。那渔业法的罚则目前为止还是3万到15万跟那些，所以这些要先分清楚。那因为有蛮多人呢有这种误解，所以呢我觉得是可能是我们沟通不够，这点我们要加强，好，这是第一点。那为什么要远洋渔业？原因是涉及到公海，公海的资源是全世界人类的遗产，不是我们台湾独享的而已，所以必须要遵守国际的规定，这点特别要跟大家讲。那至于我们自己水域里面呢，刚刚讲说要将来要用祭典啊，我想这些都是好的方法，我们会来做参考啊。那第二个部分，同样的这个和执行长所提到的小钓协会所提到的欧盟的法规，我在猜。他看到的法规也许是指欧盟自己的境内的水域的，好，而不是指远洋的，所以可能欧盟那部分也要去查。我想我渔业署应该会再去详查了啊，这点。第三个，我想再的归纳大家今天早上所有做的切啊，大家都认为台湾是远洋渔业的大国，但是呢，其实真正讲起来不是等于管理的大国啊，就因为我们船太多，有很多管理确实需要改善。那为什么国际间现在有这个趋势呢？原因是因为需要资源管理，还有另外一个大家都没有提到的，就是公平合法的竞争。因为如果有人不合法的作业，
他的渔获在市场上卖，那对那些合法的就不公平了，所以才会有所谓的打击 IUU。 好，那这样结果的目的就是希望能有永续渔业。我想今天大家共识都是这样子，就是合法的作业，然后呢这个公平合法的竞争，然后我们要达到永续的渔业，我想这个东西大家都有一致的。但是这个，但是很多业界提出来的公平，要求公平，但是呢不要扼杀我们远洋渔业的生机啊，这个是我们也听到了啊。那这中间就牵涉到有些东西我们事实上要检讨调整。举个例来讲，最近绿色和平组织经常拿我们的鲨鱼刺回到台湾以后说，鱼刺跟鱼身没有在一起，就觉得说我们是割其气身。那这个东西我这边在这边特别澄清，全世界目前区域性组织通用的标准是 5% 的比例啊，而不是说鳍跟这个身体一定要绑在一起或者附在一起。台湾是用高标准在做，那既然我们高标准如果做不到，那我们可能就要退回来做符合国际标准的事情，所以这一点事实上我们是在考虑的啊，考虑的。那当然我们也不会说一下子推到完全都没有管理，这个东西推到说是我们可以执行又符合国际的标准，而不能够超过标准。所以今天业者很多的质疑就是说，你如果把规定超过标准，一堆的人违规，那 这就有问题了。那所以我们要遵守国际的标准，这是我们必须 要思考的。那大家也提到了这个几个问题，就违规要不要罚这么高的问题，跟各位报告，就是说不管是韩国也好，或者菲律宾也好，或者甚至日本也好，我想很多我们的业者都知道，只要在国外一违规，动不动就是20万美金、50万美金、300万美金的。那这种东西的话，在国际上面，当然大家可以讲他对他自己的船也许没有那么严格，但对外来的船是这么严格。但是相对来讲，因为我们有太多的船在外面，所以变成人家就会质疑说，他投10次，那被我抓到一次罚这么重，结果有9次你国家可以抓到，结果你却罚他很轻。在这种产生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要提高这个标准。那但是相对来讲，就是说这个刚刚有业者提到了故意还是无心的，所以我们将来还有一个13+1的执法规，这里面我们就会尽量的把无心的给排除掉或 减轻他的这个责任，但对故意的一定是没办法手软的，大家这点一定要请大家知道，既然我们要走到国际间的渔业，我们一定要 follow 国际间的规范，一定要让人家得到尊重，这点很重要的。那另外还有就是说处分是不是太重了，我想这个东西刚刚已经讲过，处分的标准是这样子，但是呢有些人又讲说是不是小船就应该轻一点。好，那我跟各位讲说，这个东西的考量点就是刚才讲，你如果在自己国内的水域，我们自己家里面是自己抓起来门看要怎么打，人家管不到，但是你如果跑到公共水域去作业，我想没有人说你是大船就应该重一点，小船就应该轻一点。好，你的违规行为如果都是故意的，那结果就是这样子。好，大概逻辑是这样子。好，那也有人讲说，这不是你不能讲说不教而诛之啊，那是不是应该要辅导期，应该是不是要有缓冲期，我想这就是我们立法院委员可以发挥的功能，衡量整个立法的这过程，还有大家公听会的过程，那是不是应该有合理的辅导期或合理的缓冲期，我想这个都是可以来考虑的。好，那在还有外籍渔工的部分，我特别要强调，刚刚我们何执行长已经特别提到了，泰国的案子，血汗渔工的案子，跟台湾现在情形是不一样的。那对于绿色和平组织最近在这一天去发表了一个血汗渔工，然后影射台湾是跟他一样的，我这点也要提出抗议了，因为这完全不一样的事情。那台湾没有人说把渔工抓起来关在那边，然后把他派工，或者没有这回事。我想，绿色和平组织应该也很清楚了，只不过当然我能够理解，他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把两件事情摆在一起，有很多人就也许就会混淆了。好，我这点我特别要借这个机会来澄清这个事情。但是在境外的渔工，是不是应该要多注意他们的这个福利？我绝对是持肯定的态度啊。所以我们跟渔业署在沟通，将来我们对渔船的所谓的船东的责任、申诉的管道、辅导机制，都应该明确的
给它建立起来。好，那我想这样子情况之下的时候，这个我们那至于刚刚有人提到渔业资源管理费的部分，在这边我特别要说明一下，政府绝对不是说是为了这个每年收这个几千万或者什么，我跟各位报告，为了我们远洋渔业，那我们国际必须要参与，才可以有办法取得配额。我们每年政府大概就要花将近5000万的会费或者这些配额管理费，所以这些钱是说让使用者付费的理念提出来的。那同样的，大家都知道，所谓国际间的管理都必须要有资源研究，那我们也几乎是平均大概每年花了5000万在做这个资源研究这个管理上面。那因此大概我们的资源管理费的目标大概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绝对不是想要从大家身上抽这样。那因为主机单位也都说这些钱都是花在远洋渔业身上的，那是不是就应该要由他们来负担这一部分？好，我只有简单的报告这边。那今天大家说明，我想我们渔业署的同仁通通有记下来，那立法院也会有公报。那这些东西的话，我们都会作为我们将来在修正、在参考，特别是在委员的指导之下，将来要协商、要对岸的时候，我们这些都会来做适当的调整跟回应。谢谢。好，谢谢沙副主委的发言。那非常感谢各位提供的宝贵意见。这所有刚刚您的发言以及各位提供的书面资料，我们会刊登在立法院公报，也会特别制作公听会的报告，提供给本院的全体委员跟所有参与者以及渔业署农委会渔业署来参考。那我相信未来这个法律具体的修法以及具体的讨论的时候，一定会来参酌各位的意见。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今天会议到此结束，散会，谢谢。